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学期的假日科学广场，今天是第一场，所以各位非常幸运。有多幸运呢？你们是从300多位这个报名的民众里头抽签，然后抽到的。好，那我是谁呢？可能有些朋友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假日科学广场，我们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你是第一次来？怎么样？还是有少数朋友。我猜可能迟到都第一次来，因为我们这里实在太难找了，有点慌。好，谢谢。那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朱庆奇老师，也是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的计划主持人。那我们这个活动呢，从2008年举办到现在哦，这已经很久了。但是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哦，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各位是从300多位的这个报名民众里头抽签抽出来的，但是抽签不是看你的身份地位背景，就是没有，我们就是电脑学习抽签抽出来的。好，所以每一场都有很多项羽的民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在座的朋友，你们知道我们今年暑假办了一个假日科学广场放暑假的活动，知道的举手。好，谢谢，还玩得还算开心哈。好，那我们就是把一整个学期每个礼拜的假日科学广场的活动精华放在暑假里头，你不需要抽签，也不需要事先报名，你只要随来随到随玩，玩多久都可以，要玩几样也没有问题。所以在那个活动里头呢，大概我们服务的这人次是破千的，超过2000多人次。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未来抽签没有抽到的话，你有两个管道。第一个管道，请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知识大讲堂去看我们的最后剪辑出来的这个录影的成果。第二个管道就是参加我们的假日科学广场放暑假。那你不用报名，然后不用抽签，你还是可以玩到很厉害的、很精华的这些 DIY 的实验。好，有关假日科学广场我就介绍到这边。那今天我们第一场，开学第一场，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谢辅仪，谢老师，辅仪老师。那其实我虽然名叫谢老师啦，他其实是谢博士。那我们谢老师他现在任教的单位是在那个阳明国中。有一些老朋友可能知道，就是谢老师之前不是在阳明国中，他其实换了学校哈。然后刚刚跟谢老师分享，就是他对我们假日科学广场非常支持，支持到他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他是看着他长大的。有对不对？对你已经看到你的老朋友来了。对，小妹妹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很感谢像谢老师这样子这么热心的老师哦。不断的支持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活动的品质可以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谢老师很远啊，要从这么远从南部上来，就花掉他一整天的时间。我相信今天各位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有收获，因为所有东西已经看出来了在那里。那老师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叫做魔幻科学。不晓得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去看那个 Discovery 最近有一个节目？对。也叫魔幻科学，对，就叫魔幻科学，就叫魔幻科学。然后这个节目，各位朋友，你们大家看都会觉得哦，好好玩。那我们也会觉得好好玩，但是我们就会看更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今天呢，你在这两个小时中间，你得到的不只是好好玩。你还多学到那个好好玩的背后有一些什么科学原理，或者是科学精神。好，那话不多说了，讲到这边，我们现在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谢辅仪老师。就开始了，开始了。我也朱教授会稍微讲更久一点，让我可以脱灰。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怎么讲这样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认为它是一个聚会，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不要把它看成讲秀了，我认为要把它看成一个分享。很多人都是问我说，谢老师你这样大概办了几场了哈？我认为快破600了，我都每次都有登录，那甚至于还可以查到那个
第一次来这边哈，办的那种第一次的活动。那这个要感谢哈，这个朱教授这么大的一个热情，可以说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教授啊。然后他说这么年轻哎，这么年轻，然后那个，然后而且哈，他对于这种的热情啊，丝毫不减哈。那我们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每次来这边总是一种很兴奋，一种很想跟大家乐于跟大家分享的这种心情来到这边来。我早上哦，大概6:40几就起床，还是想说到底要带什么东西啦。好，所以虽然这个讲题哈有点那个哈也不太一样，但是哈我总认为说最主要是来这边哈，啊跟大家分享这些趣味的科学实验之后背后的原理。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像这个就是喝水鸟哈。那刚刚就有小朋友说，哎，那一直讲注意啊，哎哈，啊其实哈，它这个鸟哈，这样会一直喝水，为什么一直喝水呢？很简单，我放在哈在那个我们高师阳明国中哈，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学校。我们学校有多大间，你知道吗？哎，总共有108班，一个年级36班。一个班级大概38人，你可以算算看，38乘以35再乘以这个108，算算看，108班呢，这么大一个学校。然后你知道吗？我就在办公室哈，因为我是第二年在那边任教，就是去年刚转过去，我就这边摆一只喝水鸟，不管是老师哦，不管是学生，每个人都会看这只鸟。啊，中原因为跟我不熟啊，才第一年到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就问我，接着是，老师怎么让那个鸟一直喝水？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对不对？我都故意不讲，好，故意讲，我在教室也不呈现，我就直接放在办公室，然后就一直看着，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啊，有一次哦，忘了怎样，我就故意不讲答案，我就怎样，就不管他了，就不管他，好，让他就放生就对了。结果没想到哈，哎，水蒸发掉了，对不对？隔天哦，礼拜一来的时候，然后老师，你的鸟不喝水了哈，我说你要讲清楚啊，那是喝水鸟不喝水，不是那是鸟不喝水，哦，这个鸟不喝水，你看到这个鸟是真的就不喝水了。哎，那他这没有水可以喝，所以他不喝水。那从这边开始就可以进入一些教学。也就是说，我们从哪边开始？好奇心开，就 curiosity。我们从 curiosity 开始，从兴趣开始，从内在动机开始，让他真的想学。这个在什么地方可以教呢？就是我们国中来讲是热与温度的单元，热与温度。那这跟热与温度有关啊，又给他加热，又没给他喝冷水，为什么他就会不断的喝水啊？它就是一个非常趣味的小实验啊。那个我们中央大学一个好大一只的喝水鸟哈啊，好像是那个好像是东吴大学教授那个谁啊，那个陈秀敏教授好像让你制作了是不是？好像不，你做给他的吗？是朱老师做给他们，好像就在后面那一边，后面那个。在后面那个对对，哎，把它拉一下，好拉一下来，我顺便介绍一下哈，哎，来这边把腿小臂先拉错边了，对，好往上拉，你看到哎，哎，你们是故意的吗？故意把它封起来，然后再拿开，对不对？哦，你看到没？这只大喝水鸟哦 ，very big， 所以我就很喜欢来这边的原因就是说，像朱教授他们也展示非常多的相关的教具啊，哇，那超大只，你们看到那一只？没关系，没看到没关系哈，等一下下课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哈。哎，这展示出来也是很可观。啊，在德国在卖哈，这样一只哈，大概就这么大只啊哈。然后他有在卖德国啊，德国在卖那1000，大概2000多啦，台币2000多，不含运费，非常贵。啊，那我们这个我们那个朱教授我们就做这么一只。好，啊，这个喝水鸟是小只哈，是。哎，小型版的 Q 版的哈，非常可爱。那这样一个东西哈，我稍微解释一下科学概念。原则上是这样子，这个哈，这样子好了，我先修一个小魔术，好不好？修一个小魔术。那如果能够讲出大概的原理，我就送他一个道具。那这个魔术道具呢，你要小看这个哦，这个魔术道具都非常贵，非常贵。这样一个多少钱？你知道吗？这样120啊。啊，魔术哈，他卖的东西并不是哈他的东西，这个材质我跟你讲，这个。50块的档案，啊，如果你自己做哦，大概不用成本不用10块钱，那用一张 A4 纸就可以做了，以后有机会都可以做给大家看，这个大家可以亲自去实做。那我是送现成教具，是因为短短在2个小时内，你如果说操作一个东西，就是劳作式的这种工作的话了，那你获的东西当然少。那我比较喜欢这样，我直接给你道具，但是教你怎么玩，不同的玩法。不要说只有单一玩法，对不对？用这样的观念。好，那有没有谁看过这个东西？变色小丑，好来。每次观众会说哦，我不会。上次不是那个魔戒嘛，一个铁环一个铁链，那个老掉牙的魔术，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哦，每个人火都起来了，没一个成功的，伤脑筋。我差点把它收起来，你知道吗？我上次那个树谷生活科学馆在台南，树谷生活馆那个许文龙，好，那个许文龙先生，对不对？喜欢拉小提琴那一个奇美百，不是百货了，奇美。
清源店，对不对？哈，大家去过他博物馆就知道哈。啊，然后我去那边做一个示范，然后我说这个铁环铁链，我看到举手，全部举手，好，因为上来哦，就全部把挤上来，就没一个成功的。那上面三四十个人，好，陆续这样丢，没一个成功。他们都知道，啊，实际上会不会不会？哎呀，现在变色小丑大家听过变色小丑？好，来，我现在来见证奇迹哈。等一下，我们就试着从科水鸟开始，从我们所谓的好奇心或内在动机开始，然后去找说为什么这个鸟会不断喝水？当然，如果老师答错会不会怎么样？不会怎样，没有处罚哈。好，来注意看哦，这是黑白对不对？好，黑白对不对？好，接着哦，我们来见证奇迹喽。来，一二三，看到没？黑白。不见了。这时候通常会掌声。来哦，还不错嘛，对不对？很简单，对不对？好，很简单哦。那你想要老师这个怎么变呢？其实简单的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那个魔术怎么变的话，你会觉得它很瞎 ，very blind， 就催眉对了，很瞎，知道吗 ？blind 叫催眉 ，blind。好，那我问哦，来大家思考一下哈，这个喝水鸟为什么不断喝水？大家看到那个东西也会很惊讶，对不对？好，大家知道它不断喝水。那我们曾经用这个来做科展哦，用什么科展呢？我在旁边哈放两颗强力磁铁，然后旁边有那个线圈，哈，细胞绕细胞线。那这做科展，好，我们还拿到第三名，这个高雄市啊，其实高雄市很竞争的，第三名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投保生活科技有超过三十组啊，所以哈能够拿到这个佳作就不容易，等于都第六名，好，至少都第六名。好，那我问哦，请问这个喝水鸟为什么可以不断的喝水？好，来第一个，因为有重心，哎，对，它重心在转移。好，给你一个好不好？各位注意哈，有重心转移哦。我们哈不要一开始就否定小朋友的回答哈，但是你说太好了，那我就回去跟乱打，对不对哈？上次有一个小朋友就举手，我说为什么不断喝水？他说因为他口渴啊。我没办法，然后老师还没有礼物吗？对，好，还是给他一个了，好，给他一条橡皮筋，好，请问哦，他为什么不断喝水？除了重心之外，重点是他那个，你要看到那个液体哈，会不断的上升，看到没？看到没？他的液体就不断上升。假如说还看不清楚，对不对？我有准备替代教具，好，就是所谓的爱情温度计，好，大家看过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好，你看哦，我给他这样哦，他就往上冲。好，对不对？然后我说，哦，沸腾，其实没有沸腾。啊，它的洁面产品就很多哈，所以哦，我退休后我一定要去路边摆一摊哈，千万不能只当老师而已，这样太浪费了。好，当然啦，我是肯定要够高。哦，这一只是海豚，这是双层的爱情温度计，都是相关的科学概念，好，相关的跟热与温度有关。哦，我的手温其实蛮高的哈，尤其当我发烧的时候。好，海豚会喷水，现在海生馆在卖。海生馆，高雄市海生馆在卖，不是高雄市，应该是屏东啦，对不对？好，看到没？吼，超会喷的，对不对？他有些人哈，一窝往下降，因为他能写动物啊，他的烟灰啊那好，看到没？还会喷哈，了解吗？那一定好，很多人说，老师还拿些教具来修而已嘛，当然不是哈，我现在让它下降哦，好，注意看哦，那我现在手不握它，让它自动上升，可不可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就好。就这样放着哦，啊，它液体会自己上升，就像谁？就像它，这是相关的科学概念，这样了解吗？这是像，好，那怎么让它自动上升？我们让它喝水，好，让它喝水，注意看哈，我喜欢做这样的示范教学，看到我把它 QP 为好 QP， 它就会怎样，自动什么上升？老师你怎么知道这个？因为它跟它非常相像，它自动上升哦。上次有学员看到他自动上升会有鬼哦，我说没有，放心哈，鬼就是我，我是大魔鬼，对不对哈？我是你导师，我比较凶，对，我是大魔鬼。你看啊，他自动上升，看到没？这样懂了没？这样懂没？有没有连接起来了？哈，他一体自动上升哦，一动上升，你看到他每抖一下，他就自动上升，这是相关的科学概念。我们除了用手去握它之后，它会自动上升之外哦，我们还可以透过怎样？对，很好，这刚才讲对的。好，那送你一个好不好？好，你才讲个冷字哎，好，好，还有原因哦，还有原因，为什么会自动上升？跟什么有关？一些物理概念。啊，有人讲对哦，赶快大声一点，举手。
热胀冷缩，非常好，好，非常好，好。再问一个题目哦，是什么东西的热胀冷缩？这才是重点，是什么东西？哎，你说液体哦，嗯，很接近，要不要再换一下？水，哎，再换一下。我还是送他礼物好不好？好，来，好，来，来到这边来，好，我送他一个好不好？哎，其实哦，液体、气体哦，全部都会热胀冷缩哈。啊，老师要继续问哦，那它会自动上升，会自动上升对不对？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因素，你们都已经讲到边边了，讲到它的边边了，边缘了，也轮廓已经慢慢出来了。哎，一个主要观念，你说，啤酒，哦，比重哦，跟比重没有没关呢，要不要想一下？温度下降，温度下降，对不对？我给它进水，对不对？进水，好，进水，对不对？哎，它自动就液体就会上升，啊，如果它受热，哎，它就下降，是不是？好，啊，它水要蒸发，它就等一下又自己上升，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温差，对，产生温差，好，给你一个来，快送完了哦，给你啊，好，好，可以，还有机会哦，你说。哎，非常好，压力啊！我就在等这个答案，吼，等得很痛苦。大家给他鼓励鼓励好不好？他讲到重点了，来，小朋友来，好压力啊！哎，啊，但是如果你知道里面的答案之后，先不要讲哦，不要讲说，哎，这就是怎么变的哈，现在要 outcome 解了呢。魔术最讨厌就是碰到什么，碰到这个小朋友啊，直接给你挥手，可以给你挥打啊，他藏在背后，他怎么样，就直接跟你破解，你知道吗？其实这是最不好的魔术。魔术哈，通常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怎么样？破功，你说第一个哦，魔术三原则，第一个要怎样？不可以举手，哦，不然提早说魔术要变成什么啊？第二个呢？每次有人送他一个，他竟然都讲一个了，来拿一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来，你说，哦，总不能障眼法，就是要障眼法。我们就是要障眼法，对不对？就是障眼法遮掩掩啊。但是我们科学是很透明化的，啊，我们科学透明化。哎，你说，什么不变？哦，不能重复同一个实验，不能同一场变两遍。好，来，再给你一个。好，你说。不能告诉别人那个魔术的背后的秘密。哎，不能告诉他背后的秘密，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是要探讨科学里面背后的秘密。啊，这我先送给你，因为他已经重复拿过了，就送不一样的。好，这个等一下我会示范给大家看。好，这是彩色书。好，那另外的话，老师要讲一下，我开始来解释。好，这个东西你看哦，它哦，哎，很简单，我先让它下来，对不对？我先让它下来。好，一开始我们拿到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这个样子，啊，这就好比喝水鸟的头。那为什么它头是红色呢？有朋友，上次我去三地门香蕉哈，有一个三地门香的小朋友问我说：“你是不是给他喝米酒？”我讲有时候我很难解释，知道吗？真的是这确实发生的，哎，当然会有点错愕，知道吗？啊，我跟他讲哈，要不然你喝看看啊，因为刚刚我是用开水啊，对不对？啊，你喝看看，他这不是米酒，啊，既然不是米酒，他也是头是红的，红不红是没有关系。啊，当然小朋友问个问题，到底他有没有把水喝进去？很简单嘛，你看看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啊？蓝色，对不对？啊，如果他把水喝进去，这个蓝色早就被稀释掉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好，对不对？好，啊，跟中热大有关的，它转移啊。重点是它为什么会上升，跟温度有关。我们为什么要让它进冷水？对不对？重点为什么要进冷水？看到没？这个这样子，对不对？它不会自动上升嘛？啊，我们给它，要不然除非你握它，用握的也可以，握的它就立刻上升。啊，除了让它上升之外，还有一个方法怎么样？让它自动上升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要握它，我们给它进冷水，所以它产生温差。所以刚刚那小朋友讲到温差，那温差是上面冷，下面热。啊，上面冷，下面热，就相对底部比较热，对不对？那底部比较热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上升，就是爱情温度计，就这么简单，这叫爱情。啊，跟爱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叫热情，对不对？那接着你看哦，当它上升的时候。为什么它会上升？因为它压力比较小，冷却的时候压温度低嘛，压力就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怎样？哎，温度高，这边相对它温度比较高，所以它为什么这边压力把它压上去？但是学生看不到什么？学生看不到压力，看不到嘛？因为它是气体在膨胀，并不是液体在膨胀。液体有膨胀，可是比起来的话，气体膨胀。好，那根据气体分子动力论啊，它的气体哦碰撞越厉害，撞击越厉害，所以它压力就越大，它就把它往上推，这样懂吗？所以有时候学生看到，哎，老师它自动上升呢，它一个方法就放在太阳底下，放在太阳底下哦，这个空间比较大，有没有？哎，看起来像脑门沸腾一样，实验根本就没有沸腾，跟这个观念完全一样，对不对？你看这一只，啊，这个海豚在这边，那刚好这个你看哦，如果握，像老师握这边，看到没？液体被加热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他不理你啊。但是如果你加热是空气的部分哦，好，你看我握的是空气部分，这个液体就开始 work 开始工作了，啊，就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啊，这边看到没？啊，有些同学哦握得太用力了，好，对，快把它压爆掉了，哎，看到没？啊，接着哦，你手要够高，它就会往上推，有没有看到没？它往上喷，有没有看到？哎，可以吗？好，看到没？好。哦、所以谁被加热是气体被加热，气体被加热最重要的是液体，不然握液体的地方它根本不理你，它会上升，这样了解哈？嗨，好，黄老师，好，那接着哈、哦、我就开始来讲一下，我今天哈、哦、因为每次都来，我一定要送那个朱教授他们一个很不一样的道具，这个是我用许多教具跟澳门的一个啊、算学妹交换的，哎，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看看谁对教具敏感度高不高哈，就送一个小礼物好不好？一样送那个彩色书哈，刚才变色的小说，哎、欸，不，我要送朱教授他们。啊，这样子哦，这个可以展示。啊，我是期待说哈，朱教授可以做一只超大只的。我很喜欢大型的教具，因为这样子教具哦，很有那个震撼的感觉啊。朱教授看着哈，哎、欸，来，我稍微示范一下，这个哈、哦，它今天变红色对不对？变粉红色，这粉红色知道哈？好，对了哈，哎，对，我们确定一下哈。啊，这边好，粉红色它有九段变色，然后越右边，哎，越左边这是蓝色，表示晴天，表示湿度比较低。它如果越右边的话，这个粉红色，哦，越粉红，越 pink 的话，啊，它就怎样哎，就像派大星那个颜色啊，哦，那越粉红哦，表示湿度高。所以现在比起来的话，湿度是偏高一些些，现在湿度比较高。当它变得非常粉红哦。非常 pink 的时候，非常粉红的时候，就快下雨了，所以它可以当作一种晴雨季。好，我们给朱教授们鼓励鼓励，好不好？对对对，这个道具真的很好。好，那我要问了哦，问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好不好？请问它可能有哪些化学涂料？这个在国小六年级有教过，国小六年级应该有四个字的，会从蓝色变粉红色的。不是石蕊试纸，不是石蕊试纸，石蕊试纸是酸碱指数剂，它是酸跟碱，这不是呢？湿度跟什么有关？蒸汽、水蒸气、水分。答对了，氯化呀，鼓励鼓励啊！好、哦，这厉害，这个就很专业，这厉害啊、哦！送你一本这个，好不好？哎，非常好哦，氯化呀。但是、哦、我曾经自己在实验室试过哦，哈，因为这样一支要500块，对不对？你有去过澳门的话，而且这只是母鸡，好，啊，我不能送那个朱老师他们公鸡，对不对？哈，因为是母鸡嘛，哈，不要动心，所以要送给他们是母鸡哦。啊，它有分公鸡跟母鸡，啊，自己去澳门可以找到这种东西，叫天气鸡，天气鸡，哈，天气鸡。啊，这个东西好像它好处在哪里？你就放在电视啊，电视上面，对不对？啊，然后有时候哦，它就哦全部变蓝色。那快下雨哦，因为前阵子不是台风来吗？古月变成混搭鞋哦，就这么漂亮哦，很漂亮，我很喜欢这种小教具。我想说哦，这个如果技术成熟的话，可以做看看。我在猜它应该有融合其他的晶体啊，所以它做出来非常漂亮啊。它的这个都是商业机密，所以他们不会公布那个它怎么制作的过程，他就这样直接卖啊，这样一只鸡要卖500块啊，这样一只鸡卖500块，哦，就用我的鸟跟它的鸡交换哦，好难听哦，还用我的鸟跟它的鸡交换，我说好怪哦。用了好几只鸡哈，然后跟他换了好几只，哎，好几只哈。啊，这个在我们台湾是特产，啊，这个在澳门他们是特产，大家了解吗？哎，澳门买到，澳门绝对买到。然后吉雅国巴哦，你换算用澳币换算我们台币大概500块，我们台币500块对了，不含运费哦，还不含运费哦，所以这个东西还蛮贵的。好，那接着呢，我今天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小活动。那刚刚讲半天对不对哈？我们就来亲自实作。那亲自实作呢，我们先来玩一个比较趣味的。这东西叫什么？扑克牌，好，我们来见证奇迹哈，来一二三，哎，就出来了，看不清楚对不对？再一次哦，对，这时候掌声，他最快的，多给一张好了，好，一二三，不见对不对？出来，好，那请问大家这个怎么夹？我知道躲在后面对不对？好，在背后嘛，可是要怎么弄？再一次啊，同一个场合不能表演两遍，但是没关系，今天是教室演讲，把这个科学影没关系哈，哎，这教大家会哈，一二三，对不对？讲的第二支就是第二支。好，它方法是这样的。看懂哈？再一次哈，夹的话要这样夹，
好，看到没？好，今天就要练会这一招，太困难了，不需要，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就好了。所以每次我要教这种魔术的时候，要去思考，那既然它是魔幻科学，第一个我要考虑的是它跟科学有什么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怎么教那些手比较拙的学会这个魔术？这才累，你知道吗？这是最累的地方，并不是科学概念的解释。这个很好解释，怎么解释？很简单，我这样一遮的时候，因为光是直线前进的，我根本看不到背后，因为它的背后是阴影。哎，请说。我们那个同学可以抓你的特写，之后再看，要不然的话比较偏偏的老师看不到。哦，对对。你可以抓到。哦，这那是我对。这样子，好好好，他们就看比较清楚。好，可以。不好意思。好，谢谢。好，谢谢朱老师。哦，这是职业病啊，拖累工，对不对？啊，自己讲得很高兴哦。啊、下面嘴巴都张开，不知道你在干嘛哈、哦？这常常有的事情哈。注意看哦，这样我们这样做哈，再我慢一点哈、哦，然后这样翻过来，三往后翻，好、哦，应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哈、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见了，对不对？出来的时候这样子出来，啊，这样夹，这很简单，一点也不简单，好，那怎么办呢？透明胶布或者双面胶布就用派来这样用场。啊，现在手上，我们现在他们有剪刀跟透明胶布吗？或者双面胶布有没有？双面胶布，好吧，双面胶布。等一下每个人呢撕一小块，过一下魔术的干瘾，好，我要魔术干瘾，这个很好玩，啊，的确可以修，的确可以修，啊，怎么修呢？我想尽各种方法，但是我跟你讲哦，有人手。不要说手残很难听啊，手拙到一个境界哦，你就算用透明胶布，它一遍还是一样到处乱飞哦。所以人家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要练习啊，不用十年，但是要至少十分钟吧，对不对？台上十秒，下台下至少十分钟练一下，你要练得很熟练，练得很熟练啊，甚至于你用名片也可以啊，名片啊，一二三，名片啊也可以，看到没？好，再慢一点，好，慢一点，我们往后翻的时候。要用这个这样夹住，那你回家可以练的，食指跟什么无名指这边把它夹住，好，看到没？它这样夹住，它翻的时候这样翻，翻这样翻。你如果可以这样练起来，也成功了。我去魔术店哈，这样教哦，这样学一套，学这样一招而已哦，要3000块哦。你今天来这边赚到了，你知道吗？金像侠那样，半斤魔术学钢都很贵哈，都很贵。看到没？这样子，好啊，然后这样翻过来，夹是夹在这个地方，食指跟中指之间夹一个，好，然后再来是无名指跟尾指之间再夹一个，这样的话，现在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子出来，翻的时候这样翻，好，但是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好，如果你说老师我手拙到一个境界，对不对？哈，而且手还开过刀，那这我们就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老师开玩笑的啦，第一哈，双面胶布贴这边，贴这边比较好，你不要贴在手上，因为手上应该就钉溃了，所以双面胶布把它贴这边。这样的话，双面胶布贴这边，贴在这个后面，双面胶布贴着，然后这样贴着，然后一二三翻的时候这样翻，好不好 ？OK， 成功的我送你小礼物，我有准备小礼物哦。好，那我们就要请大家那个我们那个小队，不是叫小队来发一下扑克牌，一人一张，好。好，有人说一定要拿 A 的吗？不一定，好，好，可以发出去，一人一张，还可以直接传下去，一人一张。好，那接着呢，你用双面胶布把它剪起来，好，剪一小块，贴在它的底部就好了。好，我们就来练习看看。有人就很有 feel， 对对对，但是不要夹那么明显哈，你在秀的时候要这样抓，要练到什么很熟练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全完了，练了，按掉嘞。好嘞，一开始啊，对，会用这样看。啊，接着呢，你要变的时候，这样子，这样夹着，这样才去夹，这样去夹，然后再一二三翻。没有了。不要一开始就这样夹，因为那观众会觉得你夹住了嘛，对吧？啊，所以台阶要练自然，然后慢慢练，好，练到最后变这样。好，往上丢。这样的哈，好，一人一张，就发去，一人一张。每个都有吧，好，啊，接着呢怎么贴呢？很简单哈，你要记得哦，你不要贴这一面呢，不要贴这一面呢，你要贴哪一面？贴在背面啊，是不是？贴在这个背面，好，双面胶布贴在背面，啊，不要贴在中间呢，贴在中间怎么弄？对，所以要贴在这下面，然后粘是粘在哪里？粘在这个地方，粘在这个地方，
嘿，连在这个地方，连在这个地方，啊，这时候一翻才会不见嘛，对不对？啊，出来的时候这样出来，这样讲，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要怎么贴在这个底部，要让他看到牌面，你不会让观众看这样嘛，对不对？然后翻还是不见的，所以永远不知道那张牌是什么啊，这样懂吗？很简单吧？这个方法是我想过最啊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哎，你看哦，有些人还不知道怎么贴，贴这样啊，大脸咖这样，大脸咖下面，大脸咖好，啊贴这样贴，贴在上面，哎，贴在这边，哎，拿出来，拿出来，好，我来示范一下，好，去哪里？这里，对，那个你请他正面，哎。贴在底部，贴在底部，哎，贴大脸卡，然后把这个撕起来，然后撕起来，哎，要做一次，好，再做一遍，可能慢一点，没关系。这会不会太简单？不会不会，没有，有时候就这样啊。大脸方面都要熟悉。好，谢谢。这样子，好，就这样贴，对，这样贴着，贴在这边。好，可以特写一下。好，还不会做的同学啊，还不会做的那个学员哈，请你看一下哈，那个哎投影机哈，可以哈，贴在这边，贴在底部，贴在底部啊，大脸卡贴了哈。哦，对准那个可以。对，你啊。哦，我在那边。对对对，好，贴在底部，然后嘞。好，接着呢，贴在这个地方，就是哎指节这边，第二个指节，第二个指节背部这个地方。这一面。这一面。好，按一下。翻过去，哎，那翻的时候这样翻，先习惯。狮子不用，太大了，用剪刀再剪一下。扑克牌这里做修剪，知道吗？扑克牌这里做修剪，好，扑克牌这里做修剪。你就不要真的这么大张，然后还露出来，对不对？叫你露出鼻毛一样，这样蛮恶心的。好，哎，你知道吗？你魔术哦变得好哦是魔术啊，变不好叫什么？很瞎，知道吗 ？Very blind。这才没有对啦，没有，你懂是吗？变得好真的是魔术，变不好瞎得要命啊！哎呀，好，那就觉得太大张怎么办？太大张，你看我这样可以遮住，啊，你的手比较小，可以做一个修剪，简单的修剪，这样懂吗？好，啊，再来说，你变给对面的同学看一看，好，对吧？变给对面的家人看看，或者别人看看，如果那个有感觉，那就有。这样懂吗？做一下修剪没关系，做一下修剪。对，这家，来你看嘛，这家，美玲，来，可以吗？可以。嘿，然后你习惯之后再去练这一招，对不对？慢慢去练这一招，刚老师讲这一招，一二三丢，哦，往上丢，这样不见的那种 feel， 那种感觉。啊，然后你本身是表演的，要假装它不见。你要自己觉得他不见，不是假装啊！你要觉得他自己真的不见这样，看懂啊？哎，魔术不是骗人的把戏，应该是一种表演艺术，所以叫魔术。它所谓的术是一种表演艺术的，好，表演艺术，好。啊，你会哦，哦，好棒哦！来站起来一下，站起来，我看到一个小礼物来，哦，这个好可爱哦，来，来，小朋友来，在前面来，上台表演，然后来，好来哦，哇塞，阿叔阿叔叔他肯定要留下来，好。好，来，一二三，耶，鼓励鼓励，好可爱哦！再一次，来，一二三，出来。啊，稍微讲一下哈，哦，好可爱的小手手，啊，这样，哦，我女儿都已经小六了，好，哎，你等一下，那我等一下接啦。你因为哈，如果你来，你大拇指离开，如果你这样弄的话哈，那个观众会说，哎，那个牌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嘿，那是另外一个魔术。哎，重点是这个哈，要稍微用大拇指那个捏捏接啦。好，夹着，好啊！接着呢，他要不见的时候，来，一二三，不见。对对对，啊，他可以再快一点，好，他要慢动作，他更适合当讲师，他速度够慢，啊，讲师有跟我紧呢，哎，这样懂吼？会吼？会吼？可以吗？好，哎，哎，啊，看一下镜头，哎，你看那边，变一遍给他看，好，变一遍给他，变给那哥哥看，哎，耶，对对对对对，可以吼？哎，对，可以吼。很多简单，对不对？哦，老师，啊，怎么粘不住？贴两张双面胶带好了，贴两张好吗？哎，
我看过最吓的是用那个橡皮筋把它框起来，伤脑筋。那看到橡皮筋的，然后好，谢谢你哦，鼓励鼓励，来小心哦，鼓励鼓励哦，好可爱。我送他一本来，小朋友，这个彩色书要秀给你看。哎，你看哦，简不简单？以此类推，我们要玩什么呢？牙签，牙签也是一样的方法，牙签一样的方法，换汤不换药，圈几个是捆，那圈几面的是。没有本娘胎一样的方法，胶布贴在哪里？双胶带贴在这个地方，大拇指上面，大拇指上面，好，特写，好，这些双面胶布把它贴在大拇指上面，然后出来的时候是这样抓着，你拿这样抓，然后一二三，变的时候就往后翻，大拇指刚好遮住，看到吗？那再从空中又抓，就感觉又抓回来，这样会不会？啊，牙签又出现，这样的吗？方法完全一样。好，那有每次都有老家长或者老师说，啊，我吃到手哎，那智商太低了啦，不然那被牙签就被我、哦、被吃到手，不会啦，放心啦，好、哦，别惊，绝对不会啦，因为他这样抓是这样抓住的。对，懂是吗？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把牙签发一下，好、哦，要一物多用，好、哦，一物多用。我是希望说，这种小小道具，当然啦，你说这个魔术是虚幻一招，但是吼、哦，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去教一些相关科学概念，就是科学概念就是说，因为光线直线前进嘛，我们看到背后的影子，看到背后的概念，好，这样的概念可以教给学生，就简单，尤其这么小小朋友，他马上现学现会，对，现学现卖，这很好的。有一个正增强正回馈哈，然后你丢的时候像感觉一样往上丢，丢不见，丢不见，那收回来，丢不见收回来，也要练的习惯，好要记得哦，你要上台之前要练的很习惯，你不要上台就纸飞的到处都是，牙签到处乱飘哈，那就伤脑筋了。好，大家好，你要速度要够快，往上丢，那种感觉要出来 ，feel 啊，那个 feel 要出来。好，他出来这样，过来这样抓抓，就这样抓着，看着说。可以吗？哎，哎，等下就习惯练，慢慢练，速度越来越快，速度越来越快。哎，对对对，啊，所以你要去拍你，你不要这样，这样感觉好飘不起来的。哎，这个魔术简单吧？好，双面胶没想到这么好用。好，我们练习看看，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可以吗？旁边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帮忙一下，好，我们这边来了很多各科系的我们中央大学的精英，好，对，来帮忙科学教育中心，好，也很感谢他们。有问题就举手，但大哥大姐在旁边，好，他们可以教你。甚至科学概念你有问题也可以问他们，我想应该是难不倒他们才对。你是说你遇到顶上去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不会贴的举手一下，我们请他们帮忙。我确定每个人都学会，好。这样对不对啊？就这样，感觉要不切对不对？手就尽量张开，不要碰不到的。点一点，好一点，怎么这样张开这样？然后再从空中这样抓回来，哦，那就更帅。嘿。这个魔术的专有名词叫闪现，好，闪现。它的专有名词叫闪现，瞬间出现了，好，瞬间消失。前不见也是这样。哎，前不背不见，我等一下会教，又是另外一招，另外一招，那又不一样。前不见太多招了，这是我教的比较简单的，因为今天是魔幻科学啊。哎，你牙签被看到了，哎，要变得很干净利落啊，哎。你变的话要瞬间摘，赶快从空间这样抓回来，空中这样抓回来。哎，对不对？勾出来，哎，不见，这样整个打开。然后瞬间粘好哎，你们没有粘好，一丢哇飞出去了。哎，这多简单，对不对？哎，这么小的小朋友他就学会，很简单。没有假装抓子。变拉回来这样，拉回来，变了变。这我自己想的，我自己想的。魔术师一叫你哦，一定要怎么弄？那太复杂了。
可以吗？我这样看来，好像每一组都成功了哦。那我们就往后面推，好不好？可以吗？你要想到这个哦，小朋友从这边得到自信，得到自信心。我们家女儿哈、哦，从幼稚园开始，她不太会讲话。她后来哦，她跟了我大概至少300多场啊，就是一直玩这些东西，玩到最后，她在教室随时收脸来就是一招。那她就很有信心，她就觉得哦，小朋友说哦，她怎么这样，怎么变的？她现在升国一了，现在是高的是阳明国中，哎，她就哦被老师邀请上去表演，就比较有信心。哎，阿伯，你刚恭维啊，静静的啊，闷闷的啊，哎，阿姨在教室要表演之前要先练习一下，好，你会了哈、哦，好，等一下哈、哦，练看看来，一二三，哎，对，你要对准观众这样，让他先看到牙签嘛，好，一二三，不见了，手要张开，观众就说，哎，牙签真的不见了，可能又没有飞出去对，然后他一二三再抓回来，从空中抓回来，好，这样是吗？这个对不对？一二三不见，对不对？再从空中这样抓回来的感觉，哎，再从空中抓回来，好，哎，别，别等住了，不见了，对不对？瞬间不见了，出来的时候，好，速度快点抓回来，看到没有？空中抓盘，好，叫抓盘，或者叫出盘，对，啊，你这个要给那个观众看到手。真的是空的，因为他遮在你后面嘛，了解吗？他出来这样抓出来，可以变没搞两遍，你变得好啊，很好看；，变不好的话，我还蛮瞎的，你知道吗？对不对？你变不好真的很瞎，牙签飞来飞去。好了吗？这两招很好用哦，非常好用。因为曾经像我们班学生哦，教到我快抽筋，你知道吗？我在帮你想到这个方法。曾经学生跟我讲说，老师，我虽然国三的，可是我就是手残，那怎么办？哦，好吧，针对手残而改变的，就只好用贴双面胶带。我在想很久，才想到，哎，双面胶带可以用，哎，果然可以用，对不对？所以在 Discovery 它的魔幻科学啊，多多少跟科学概念有点关系。当然，这个因为跟科学观点关系嘛，有还是有一点点嘛，对不对？哈，因为光的背后我们是看不到的，光是直接前进的，对不对？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啊，对有这么小的小朋友这样的观念就可以了。我认为不用教太深太复杂，因为魔术本身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啊，对不对？好，那接着呢，我就往后面推哦。好了没？因为大家都表现得太好，我就礼物全部都发，一人送1000块，好不好？一人送1000块啊，假钞。好，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来拿到这1000块，每个人先拿到这样的1000块，你们都拿一张，好不好？哎，谢谢。好，请老师发一下。没有。哎，是红包，一人一张哦。拿到1000块的人呢，我们要开始表演一些小魔术了啊！请大家拿到这样1000块。好，拿到1000块的人呢，请你啊，把它折成三折，啊，怎么样折成三折呢？三等份这样折，会不会？好，我特写一下哈，给我特写一下，好，三等份，啊，记得没？这可爱的四个小孩，哦，还好我们家才生两个哈，好，这有四个小孩对不对？你知道这1000块的吗？哈，啊，也是1000块的，好，这四个小孩，啊，请你是朝外的，折成三折对等，好。OK。OK。三等份，好，大约三等份，大约三等份，这样平。妹，这样子啊、上次那个有一个我很好的小朋友师兄弟啊，也是我们这个科学游戏社团的啊，他就表演说啊，怎么让这个啊，怎么让这个什么，让这个纸钞能够点点头，例如说这样点点头啊，这样点点头，有没有？他有他的表演手法，他怎么让他先点头？好，我现在玩进阶一点的，好，玩进阶一点的，让他一个不可思议的终极平衡。好，我们玩这个东西啊，其实它可以太多玩法，像这个1000块可以玩那个夹回纹针，两只回纹针夹在一起，那个嘛哈，不懂的话可以问我们朱教授。哎，他们这些我相信有一些老师带过，哦，我就尽量带一些大家没玩过的，啊，简单的玩法，啊，简单的魔幻科学，啊，一样呢，我们这样子，好，
好，之后呢，你用两根食指，好，把它撑住，撑住两边。好，接着呢要做什么呢？我们往另外一边开始移动。好，我们旁边开始移动哦，一二三，哎，在一边就平衡了，看到没？好。然后老师有没有贴胶布呢？不用贴，好，注意看哦，特写一下哈，这样子没有，对不对？好，没有，对不对？啊，当然有些人一定不相信，对不对？哎，怎么可能平衡在另外一边？怎么可能呢？我们就给观众检查一下哈，来观众，哎，你是观众知道哈，来拿去，啊，就拿去，啊，看有没有贴双面胶布啦，或什么之类的。嘿，没有对不对？嘿，没有对，胶布很小是不是？哎，怎么办？阿爸，你平衡看看，用两根你的两根食指，然后在旁边，然后移动其中一个，你让它平衡在另外一段，好，大家平衡看看，有很难哦。啊，没有哎，平衡了，平衡了。没有，它在中间，好。哎，如果中间不能让它平稳，这个手是蛮那个的，啊、要去矫正一下。怎么平衡在一端？好，怎么平衡在另外一端？为什么会这样？好，想看。所以他刚刚讲到一个把钱变不见，币币变不见，那个都是类似的魔术，类似的。有检查要给他检查，一定要给观众检查一下。这个问题，别人看看，知道怎么变的吗？这边谁知道？不行了，要在旁边一点了。啊，用手撑着啊，当然要用手撑着啊，用另外一只手撑着。哎、欸，当然不是，他你的想法跟他一样。哎，你说，不是不是用另外一根指头压住，如果这样就很瞎了。这当然平衡的，这样不平衡，表示手没力了。好，你说。双面胶哦，就没有双面胶，哎，他检查过了。好，哎，故事是这样的哈，有一次哈，我看到这个 YouTube 变这个魔术了，然后我就哎，你说摩擦力哦，怎么讲呢？好，我把故事讲完就知道哈。故事这样的，我就看他拿一张100块的，那拿这张100块的时候呢，他就哈，就变这个魔术给我看，我就看啊，哦 ，YouTube 上面有这个魔术嘛，啊，他说欲洽者啦哈，想要买的人哈，200块啊。他就把钱寄过去，这样的把钱寄过去，结果哈，后来哦，他就寄回来给我们，然后我就看到信封里面有一个1块钱，然后他旁边就写说，请把1块钱哦放在那个100块的旁边，所以他是用到101块，啊，我是用1010块，所以怎么做？当你们在忙的时候，我就夹在哪里了？夹在这里面的，看到没？啊，在一个特写来这边，好，特写，你夹，给包一下哈。但是不要把10块钱压在1000块上面，那很瞎哈。好，看到啊，夹在这边，哎，重心的观念，好，好，那准备一个10块钱，今天用到许多10块钱的机会哦，哈，好，你把它打开来，好，把它打开来，塞入一个10块钱。然后老师啊，可以丢1块钱或5块钱，我的经验啊，1块钱跟5块钱的惯性太小，就是它质量太小。它大概10块钱重量太够，那你说老师用50块好不好？当然不好，50块太大了，太大了，哎、欸，这样就平衡了，对不对？哎，同学不要用中指，好难看哈、哦。好，用食指没有，开玩笑，用食指，好，这样，怎么样？把它包起来，站一端，但记得哦，10块钱不要露出来哦，哇，那就很逊了哦。那、啊、接着呢，一样抓。这样抓，把它拉平，好，拉平，把它拉平。接着呢，两根食指撑住两端，那等一下抓住那个感觉哦，不要到时候掉下来就虚了哦。好，这样子有没有？可以哈、哦，可以哈、哦。哎、欸，平衡了，哎、欸，好棒哦，小朋友。哎、啊，那个中指不要去压住它，不要去压住那一端，而是利用这时候也让它平衡的。对对对，你这时候要这样弄。好，平衡之后做一件什么事？这样子，表示没有掉线。好，啊，接着给观众检查，怎么检查？怎么检查？知道吗？我们要收尾哦，魔术的收尾非常重要。好，魔术怎么收尾？注意看哦，看我怎么变哈、啊。来，那个笑脸，好，我医生，看这边，这个好，这样子，这样子，啊，特写这边，好，特写一下啊、哦，这边，看那边哈，特写哈、哦，接着这样，这样子哦，这样抓。给观众检查的时候，10块钱就顺到，因为重力的关系，扯到重力了。接着让他拿去检查，但记得哦，不要1块钱，10块钱让他收过去哦。老师，多10块钱还你，不会让他偷币哦。哎，
他不会那么诚实哦，老师 ，is copy 你啊，不会做这种事，哎，他应该说你作弊，哎，这时候要训掉，哎，你不能每次表演魔术都很瞎，他就瞎到你，好，这样懂哈？有问题？好，给观众给他另外一只手把它包起来。拿给他，啊那个这张1000块给他收走没关系，但是哈、哦、10块钱要留下来，好、啊、你不要20块钱一起给他，如果伤好心，有点变魔术很瞎、啊，很瞎真的很瞎，被 blind 的，哎很瞎英文怎么讲比较好？我被 blind， 哈哈哈哈教授讲的，我的国中老师我没搞，不要给的教授讲的，瞎，简不简单？好，小魔术哦，有它的小小创意所在，像这个就是跟重心有关，重心有关。你没想到吧 ？Discovery 这么有名的节目，居然表演是这种小伎俩、小技巧，哦，对不对？没想到吧？哎，他就表演这个，就这么简单。反正 YouTube 上面就打魔幻科学就可以找到相关的魔术。有没有成功？有哈、哦，相当简单，对不对？今天光是这几招就可以学很多，好、啊、学很多，可以吗？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好、啊，学过哪几招？第一个出牌，好、啊，牙签消失的牙签，好、啊，这些都称为闪现，瞬间出现，瞬间，它有个专有名词叫闪现，可以吗？看到前面。看这边都很容易成功，坐在最前面就看得最清楚，对不对？好，哎，恭喜恭贺哦！好，再过来这一招有点难度了哦。好，来看这边哈，相信你的眼睛啊，注意看哦。这个魔术我也好久没表演了。上次刘先生表演这个魔术，刘先听过这个人吗？有，都听过。刘先生太有名了，哎，太有名了。那这个刘先生他怎么讲呢？但也是魔术大会，我也是一面之缘呐，跟他有一个碰面机会。然后我也秀我的一些实验给他看，他也说，哎，这个东西他没看过啊。他当然他是大师级的，所以哈、哦，他表演的非常熟人。你看哦，冷气比较强就变成蓝色的。好、哦，有哦，有哦。啊，你不行哦，刚进水啊，好、哦，进水哈、啊，哎，进水一下，哎，湿度高嘛，对不对？粉红色，啊，等一下又变回来。好，要跟冷气比较强嘛，哈、哦，所以他又变回来。嘿，好，这题外话，好。对，好，这个是10块钱，好，记得、哦、你要表演这个魔术哦，这个讲功要的头要面对大家，好、哦，好，注意看哦，注意看哦，好了哦，这一招就比较难一点的哦，好，这一招比较难一点，啊，因为小时候老师受过伤，对不对？好、哦，调皮捣蛋嘛，所以老师会破个洞，啊，从后面穿出来，这样懂吗？所以10块钱哦，如果这边塞狙哦，从后面穿出来，怎么可能，对不对？再试哦，这10块钱，没有看过实验，这时候赶快看好、哦，这10块钱知道吗？好像你的10块钱跟我的很像，好，好，这10块钱哦，哦，从后面塞进去哦，从后面跑出来，再一次哦，我把它塞进去哦，塞进去，加速没有？你在秘密关吗？好，从后面跑出来，嘿，这样了解吗？好，再一次哦，好，再一次哈，哎。其实同一个场合不能表演两次的哈，那跟教学没有关系的，跟教学有关，所以不要定的哈，要教大家怎么玩。但是记得，当了一个好的魔术师，不是秀完就跟人家讲答案，这样是最不好的。因为我们时间只有2个小时，我希望能够教大家最简单、最趣味，好，跟科学有点相关的魔术是这样的，好吧？好，自我解剖一下，看哦，这是头，好头这边要朝观众，好，来给观众看的时候要连续2次或3次。不断的重复一下，没关系哈，给他确定他真的存在。你不要说看到没，不见了。我跟你讲，那个观众还没意会过来，都不再一次好不好？啊，你知道我跟他讲下一次哈，因为同一个场合不能表演2次，好，看到没？好，这样可以。然后再看第二次，第二次的话塞进去，从后面拿出来，在讲这个时候要贴在后面，这样了解吗？贴在后面。好，接着呢，这时候你要做这个动作。这样懂哈？你不要说你看到这个不见了，这个时候要做这个动作，还是要做这个动作哈，做这个动作，感觉10块钱还在，啊，这个时候这样塞进去，这样懂吗？好，这样懂哈？啊，没有对不对？好，它已经在后面了，对不对？从后面拿出来，这样懂哈？哦，这个学弟吼很瞎，知道吗？哦，瞎到一个境界，多瞎，知道吗？他就好这样表演给观给那个，就是太简单。学长这一招他要学吗？这太简单了，他就表演给他同学看了。
啊，完之后晚上就打电话给我，学长我失败了，哈，这个魔术会失败，他真的太厉害了。我说怎么失败的？因为他掉下去了。然后学生问他说在哪里，他说在内裤里面。我他也很诚实，知道吗？这种天兵也可以表演魔术，三老师好，所以不应该教他这一招的。好，那大家表演看看啊，看看贴在后面，他们顺利贴得好哦。哎，当然贴得住，但是不要一打死就往下去了。等一下就去厕所，好，先厕所，先把这个处理一下。拿起来会冒烟，对不对？老师开玩笑的，看到没？好，来试看。这时候要做个动作，好，做个动作，来，你要很自然的，是啊，你要以为它存在，这样懂吗？要以为它存在，简单吧？光是这几招就有五六招了，对不对？好，可以再近一点，哇，会不会太快？再一次哈，这样子拿出一个100块钱，啊，塞进去，这样塞进去，知道吗？从后面拿出来，这时候放后面很自然，很自然放着，这时候要做一个动作，好，这样塞进去，这样塞进去，怎么样？大同，谢谢，好，谢谢，对不对？再从后面拿出来，还要很自然，我们要重复练习哦。你一紧张就掉下去了哦，这位瞎的要命哦，瞎的平方 ，blind square 平方哦，非常瞎。好，我们先热身，但这不行，都还在热身阶段，好，热身。要这样，不是这样，这样就这样一定会，要这样的。这样，没有。这样才会遮得住嘛，这样才会遮得住。这样遮住，好，让它遮住，它重新塞进去，好，塞进去。这时候你还是做这个动作，还是做这个动作。哎呀，它已经不见了，它在里面。那个好。那是基本，那些魔术的基本动作你要做得很精确。要不然你，我跟你讲很简单，就要表演给先生看嘛，对不对？而我先生说啊，这个太瞎了，这个失败了，再重来。可是一个动作太僵硬或者太不自然，你要很自然，很自然，自然就是美。你要本身呢要以为他不见了，就像你要出牌啊，就不能说哦他真的不见了，对，要认为他真的不见了，而不是说哈你当那个魔术师自己要自己都没有把握或这样，你要真的以为他不见了，好，那个表情，好，甚至可以配合表情或配合动作往上丢，对，往上丢，出来，这个变好要变得很自然，可以吗？今天这几张魔术我跟你讲，在学校就变风雨无阻了，对不对？用什么道具啊？那吓死人，对不对？好，对不对？吓死人就要吓死人，好吗？简不简单？目前来讲简不简单？有没有什么困难？这是我想过最简单的魔术了哦，目前来讲，可以吗？哦，你用10块钱贴说明胶哦，也可以的，也可以，但是我是觉得不需要，因为你最好是要把10块钱交给观众检查，那更好。你那10块钱再交给观众检查一下，好，这更好。那会后，如果说你看过什么魔术啊，大卫魔术啦，大卫考伯杯啦，或者是那个最近那个 Zero 啊 ，Zero 的魔术，67台 Zero 的魔术有没有？都可以问我，对，有什么魔术可以问我？像那汉堡神偷，哇，那招很帅，对不对？它怎么变的？啊，那都有技巧的。但是我告诉一个原因啊，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所有在场的都是他们挑过的，都是演员啊，他演给你看。啊，所以那演员装得很惊讶啊，哦，吓死人，对吧？其实实际上他就是演员，然后演给你看。有一次那个最夸张的是那个 CEO 嘛，他到一个会场，那个大卖场哦，
拜托，两三百个都是他的员工啊，都是他的，都是表演人员的嘛，所以他就把他催眠，然后一个一个催眠，然后走到哪里催眠到哪里，每个人都定住不动哦，因为全部都演员嘛，拜托，那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哦，有些人说魔术哦，就是看你怎么表演，如何表演，就像在水上漂，哎、欸，上面是有浮板的，而且用怎么做？用亚克力做的，啊，因为亚克力跟水的折射率很接近，所以看起来就在水面上走动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类似这样的观念。好啊，那你说有没有科学概念？当然有啊，你不会用木板嘛，对不对？用木板就瞎掉了，要在木板上走有什么了不起？重点是亚克力，亚克力的亚克力或玻璃，它的那个什么，它的折射率跟水非常接近。好，好，那接着呢，我要来示范一个，好，也是这个这边比较中间要稍微停一下的。好，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是针筒。好，针筒。那我非常喜欢针筒，因为针筒可以玩许多科学实验。那我今天哦，很临时的，在哪边买，你知道吗？我居然是在那个高铁站买到棉花糖。我跑了在三家跑小北百货，高雄买三家小北百货，然后跑到万华新卖光了，你知道吗？够伤脑筋的。哎，有同学问过我说，老师，这个棉花糖哦，要经过烤过之后会膨胀、热胀冷缩嘛，对不对？又回到那个主题。然后呢，要再放在冰箱会慢慢缩小。有没有看过棉花糖缩小？看过哈？哎，这个时候呢，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办法自己把它变大变小？哎，我就想到魔幻科学这个概念哈。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波伊尔定律。那好，我记得这个在那个那个物理那个谁啊，那个周建和教授叫做阿达实验室有示范过哈，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小，你看说小实验，但我希望用魔术的方式来呈现。好，注意看哦哈，等一下呢，我会先发给大家针筒，等一下再发棉花糖，因为哈棉花糖我怕哈等一下发下去就吃掉了，伤脑筋，所以我给他这个名称叫做什么？不要急着吃棉花糖。啊，但是有另外一本书叫什么？吃了棉花糖怎么办？哦，就这是什么话嘛？对，再买一包啊，对不对？那这还要问吗？对，吃了棉花糖会不会吐出来吧？对，多恶心啊！所以哈、哦，这个，哎，懂意思吗？我晚点再发，好、哦，以后你一发下去就吃掉了。洪老师，这个棉花糖给我们吃啊？哦，对啊，啊，他就吃掉了。拜托，我们要玩实验好吗 ？OK， 那、啊、我因为我在高铁站买这个比较大颗。啊，这个要大颗，它是哆啦A梦版的。好，啊，等一下，一人一颗，好不好？好，做完这个实验就可以把它吃掉。好，啊，针筒是送你们的。啊，记得哈、哦，等一下，因为这个棉花糖太大了，好，棉花太大，等一下把它撕对半，好，撕对半。好，那注意看哦，这是针筒。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小实验，你看哦，我们请这个小朋友拉一下，好，来往下拉，一二三拉，哎，拉，把它拉掉。好，嘣，对不对？好，接着呢，再拉一次，有人没看到哈。这很简单的一小实验，来，一二三，拉 ，OK， 好，那接着呢，再来就不容易了哦，好，不容易了哈，我稍微讲一下，接着要示范一下大气压力的科学概念，好，这应该是用来问的，好，大气压力，好，来，徐老师怎样？嘿，我们拉到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哦，好，好来，可以看到吗？哦，拉住了，听到没？再一次哦，再一次哦，你拉太快，我也来提案，我没有办法把针筒上面的这个洞拉按住，好。他这样在抽的过程几乎是真空，几乎啦，啊，几乎是真空，来往下拉，听到没？很简单，你再拉慢一点，慢一点哈，每个力量够不够？够，好，来慢慢拉，一二三，鼓励鼓励。上次我找一个国中生拉哦，拉到去打到自己的头哦，这伤脑筋真的太厉害了，看到没？我们这样如果这样直接这样拉，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是这样子哦，我们这样按住上面，对不对？按住上面，它在拉的过程几乎是真空。那好、哦，这个可以跟朱教授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把两根针筒哈、哦，把它切掉，然后把它贴在一起。然后这边拉，这边拉，里面几乎是什么真空。那这里面我就里面放羽毛跟那个硬币。哎，大家知道吗？羽毛跟硬币谁做过这个实验？三个字，茄什么的。哎，上人说茄子哈、哦，不是啊，伽利略，伽利略，现在念伽利略，不念伽利略啊，伽利略哦。那这是意大利人，他就做这个木球跟铜球实验啊，他的学生的话就反驳他啦，啊，这个羽毛哈、哦、跟那个铜球啊，哪一个掉比较快？你看羽毛比较慢啊，就反驳他啦。哦，现在学生也很优秀，对不对？哦，敢这样主动反驳教授或老师的很少啊，对不对？后来呢，经过数百年后，果然奥姆斯壮，我记得是阿姆斯旁边那个另外一个太空人，他当场做那个实验，果然羽毛跟铜球一起都落地，
哎、hey, ，他在做这个实验给世人看，好，而且哈，他是当场转播的，的确是在月球上，因为这月球上是真空啊，所以哈，我稍微讲一下这个观念，就是说我把这个头切掉，对不对？啊，但这个太短了，所以再接另外一个，他用这个东西把它捏一捏，固定，对不对？啊，里面哈，把它塞那个什么羽毛啊，还有那个硬币，一块钱硬币，或者小石头也可以啦，或者小珠珠都可以啦，哈，比钢珠也可以。那、啊、接着呢，你如果两边一起拉，把它变真空，哎，瞬间把它倒过来哦，你会发现羽毛跟什么？钢珠或硬币同时落地哦，几乎是同时，还有点误差了，因为哈、哦，这个你在粘着过程，有时候你拉的时候还是有点空气跑进去，哎，这个效果非常好，我提供给大家，都最近发现的哈、哦，我觉得这样，哎，这样也可以做成真空，就是往上拉，这要按住哦，往上拉，这几乎是真空。好，阿德顿曾经讲过一句话，万物讨厌真空，万物啦，就是不喜欢真空啊、哦，比如说你真空的状况下，空气容易跑进去啊，啊、哦，万物不喜欢真空，好、哦，你看到这样一拉。对不对？如果你只是这样拉，很容易拉开。那假如说呢，我把这个地方按住，它就会产生怎样？就会产生真空。产生真空的话，你这样一放哦，它又弹回来，因为外面有大气压力把它抵回来。这样了解吗？好，这样简单。好，那就先发一针筒，一人一个，先做一个简单的尝试。好，好，可以哈。好，来，我们就一人拿到针筒了没？针筒就发下去，一人一个。好，等一下操作的时候小心点，不要那个很小，小心一刺到。好，反正我们没有针啊，没有针就是安全的。他、啊、等一下再来发棉花糖。好，这个东西在那个啊，像我都是在，你可以抄一下地址哈。高雄市，他让展厅，高雄市三民区哈，建新路232巷1号。232巷1号，232巷1号，一根才2块钱吧。高雄市三民区，建新路，建设的建，希望的新，建新路232。哎、欸，他不是说叫他跟一般的那个玩具店啊，他什么都卖啊。哎，也可以，应该或许也有。建新路232巷1号。232巷1号，232，好，232巷1号。你好，买3000块，他会转贴，他就不用运费。还有网站，品美百货，品美，品质优美的品，哎，品质优美，品美百货。我跟他买的东西不下一个啦，跟他没什么关系，可是他都常常那个有新东西跟我们介绍呀。当然啊，像天际星在澳门啊，这没办法，这爱心都已经他有卖，他有卖那个大陆版的，好，而且这是台湾的，台湾的比较贵，台湾这样一个要120很贵，科馆卖100块的样子，高雄是科馆。好、啊，这个在那个世贸，我后来跑去世贸买，不然就去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哎、欸，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玻璃跟博物馆，哎，本来我每次人家问我说东西来没买，我就部落格啊，科学游戏部落格就有了，雅虎的啊。可是最近哈、哦，雅虎要把那个部落格关掉，大家知道吗？哈、哦，哎，所以我赶快搬家，可是我搬他们去，所以我还没做处理。有没有成功？很简单吧，这个不成功很难，知道吗？对不对？好、哦，你给他拉的过程，好，你给他拉的过程，你会体会到真空的力量。应该说大气压力的力量，应该说大气压力啊、哦，你往下拉，对不对？啊、哦，这时候一放手，它就弹回来，大气压力把它挤回来。万物讨厌真空啊，这牛顿讲的啊。你往下拉，你往下拉的网哈，往下拉的网，放手，哎、欸，就自己回来。啊，对，往下拉，好、哦，往下拉，那瞬间把那个手指头放开，哔哔哔，把那网放开，哎、欸，气体就冲进来，你会感到一股气体冲进来，它把真空给填满。对不对？搞了解，这很简单吧？哈、哦，当然，有些小朋友放给他，再拿来打水枪啊，也可以啦。好、哦，因为水没有可压缩性啊，空气有可压缩性。好，接着我们要开始吃棉花糖，但是不要急哦，不要急着吃哦，我们要做棉花糖小实验。好，大家看这边哦，你看这边哦哈，我们先把它拉开。哦，朱老师都帮我弄好了。它有夹心。哦，它有夹心哦，三角形。好，三去了，哎，三去了。哎，做完之后再吃好不好？不要急着吃掉啊。哎、欸，好，看到没？接着呢，我们这样压着啊，这个啊拉着往下拉，我们就特写一下哈，一二三拉，啊，因为它有刻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是刻度多少？5公分左右，好看啦，5cc，好，啊，接着呢不会爆炸了，好，不会爆炸，好，往下拉，变大，有没有变大？
然后老师啊，变大的时候怎么办呢？赶快把它吃掉啊！哎，可我看是很困难，哦，这样不好说。好，哎，你看做老师很重要，变那么大啊，好，它会变大，有没有？变大又变大，气密性不要，哎，气密性不要，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了，哎，我要麦克风，哎，对对，看啊，朱老师秀一下，哇，你看变那么大哦，这时候赶快要吃掉哦。啊，同学说老师怎么吃？哎，想办法吧。好，没有，它变成原来大概两倍，有没有？很明显变化。好，接着压缩，真的变大，压缩，不是不是这样压，这样会这样会挤出牙膏。不一样，不一样那个的。好，这样就是说，阿雷，你就朝下，阿雷，好，压缩怎么压？这样子往上拉。一般来讲，只有做到膨胀，我们要做多做一个哈，压缩，好，阿卡等，然后往下压，哎、欸，棉花糖变小了，有没有看到？很明显变小，有没有？变这么小哈，这时候你放开，又回来了，有没有跳回来？好，变大就往上拉，往上拉，好，我们看到变大，有没有？哎、欸，变大了啊，变大。好，那我压缩的话变小，好。好，这说明什么？托伊尔定律，什么 PV 的关系？哎，压力越大，体积越小，对不对？啊，往外拉，压力变大，对不对？压力变大，体积表变大。哎，压力变小，体积变大。往外拉嘛，对不对？往外拉，它压力变小，体积又变大。好，把棉花糖发一下哈。哎，好，一人一颗，一人一颗。哎呀，没关系啊，一人一颗可以的，因为这样一包、大概有20颗左右，好，好，这一包就8片，好，哆啦 A 梦的，还蛮好吃的，里面还有馅料的，做完实验才能把它吃掉哦，好，你不要一发去，那一包被整个被干掉了，我是把实验器材被吃掉了，实验器材被吃掉了，伤脑筋，一人就一颗，啊，把它剥一半，把它剥一半，那太大颗了，太大颗了。啊，还有一个方法，你把那个什么，把那个针筒哦，买大一点的，大一点的针筒，就可以整个推进去做。到时候临时在高铁买的话，伤脑筋。我去买了4-5家小北百货，就是缺货啊，全点也没有货，怎么那么巧？半颗可以把它吃掉，另外半颗来做实验，对不对？这个实验我给它一个俏皮的名称，叫不要急着吃棉花糖。好，不要急着吃棉花糖，先来玩实验吧。好，可以吗？有变吗？有啊，就瞬间把它放开。哦，可以开了。可以随便放。哈哈哈哈哈。好，变大大，你放开。瞬间哦，你看哦，这样好不好？你们被拍到了。1、2、3，放开。要变小了。瞬间变化5分左右。你看，变2倍大货，这么大。哎，我们两个只有5公分，这个不行。好，你要压缩哦，但是不要硬压，硬压会挤出牙膏，然后伤脑筋。会把那个棉花糖压成扁状，然后跑出一条牙膏，那很恶心哦。那瞬间把手放开，看它会怎么变化，很帅哈。这种小小实验又有趣又好玩，又可以吃哈。膨胀又缩，膨胀又缩，膨胀又缩，最后它中间里面的空气被挤光光了，所以棉花糖变得跟花生米一样。
你连续十次给他捏断一下哈。虽然最后是把它吃掉了。我明天在生活科学馆就要完成，好，在那个台南的新市新七的台南市的新市，就是那个许文龙他们投资那个叫奇美的生活科学馆，我们就是玩那个什么叫生玩味科学，吃喝玩乐学科学，好，所以明天要吃冰淇淋的，液态氮做冰淇淋的，生冰桶，我就一想办法做这些，还有那个酸碱吃面条啊。面条变色，又是没有每天都有，只要我再有好多，哎，我如果抠那个哈，玩科学玩到肚子很大，这样伤脑筋。好，差不多了哦，哎，棉花糖把它吃掉吧。哎，那个针筒就可以玩许多小实验了。回家自己想想看，好。等老师再介绍一下针筒可以玩哪些实验。物理，不是地球科学。没有，他的另外一个科学老师，地球科学啊。大西有谁？逍遥。听过，逍遥听过，很有名。没有。很有名啊，蛮有名的，逍遥。逍遥听过。OK 了没？这要越来越难度越来越高了哦。哎，这个算简单的哦。好了哦，贺小明，好的话就往下面推哦。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哦。下面的话呢，这个难度就更高了一些些，这个叫做时来运转。请大家准备一个十块钱硬币，两个人我这里有手套。好，十块钱硬币。好，现在老师来准，请大家看一下我这边这个特写，好了哈，很特写。好，这个哦，等他那个抓到你，好，可以，好，可以哈，抓到了，好，大家看这边哈，大家可以看那个投影机哈，投影片，不是投影片，那个荧幕哈，好，注意看哦，这边哦有四颗钢珠，我移动一下给大家看，好，四颗钢珠，看到没？不是看到四颗钢珠，好，四颗钢珠。哎，对，稍微讲一下哈，我常逛这件事，有时候我自己教得很嗨，知道吗？然后台下的民众哈，你说那个经过两三个小时之后，然后他说唯一的缺点是什么？老师你都太精彩，然后我不好意思下课啊。然后说为什么呢？因为哈，我其实我都一直憋尿憋到憋三个小时，这样很痛苦。而且我说说真的，你真的如果真的很想去上洗手间的话，就趁空档的时候好赶快跑去哈啊。好，讲完。哦，好，那接着你看到十块钱，这个是四颗钢珠。那假如说你把四颗钢珠移到最边边的话，它是放不进去的。看到没？这样卡住，看得到吗？因为四颗钢珠在同样一侧的话是塞不进去。而我右边只有一颗，啊，右边一颗，左边三颗。假设像大家看到这荧幕上，这样子，好，这样的话呢，原则上好就可以放进去。好，接着放进去哦，一二三，看得到吗？看到哈，一二三放进去了，你们看到了。两块五，更要客人都要往那个啊，哎呀，往把放进来哈。好，接着呢，大家看到这个十元硬币是被放进去，对不对？问题来了，拿不出来。那或许有些人有看过这个小魔术，有看过的请举手一下。我没看过。一个，只有一个，两位，自己工作也不算了，都没看过吗？好，就算你看过也没关系，等一下我会播影片给大家看。好，最高境界哦，把用吹的把十块钱硬币拿出来。当然啦，我这段时间也想到另外三种方法。好，总共有四种方法，大家试着想看看。问题我要问的大家不是这个，而是要问什么呢？我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十块钱硬币就这样拿不出来？这样懂吗？拿不出来的。刚刚有同学就问我说：“老师，那这个怎么放进去的？”表示没注意看。你要记得把两颗钢珠放在边，再把十块钱硬币丢进去。那为什么丢不出来呢？要不要谁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它丢不出来？它里面就涉及到至少两个科学概念。我们是魔幻科学，对不对？所以呢，它除了魔幻的概念之外，重点的那个表演手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有什么科学概念？请说。啊，各举手来说。你的就是钢珠啊。注意听哦。钢珠它移动的时候，它会往下。可是那个
所以对，就是钢珠会往下，所以它就堵住了那个钱币的那个洞。可是它为什么比硬币快？这还重点，你懂不懂？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对。它比较重吧？哎，对，好，给你一个小礼物，好不好？还是给你一个。哎，你有哪个好？那等一下拿别的好了，再多一个什么小礼物给你。好，那再来第二名，你说第二个举手的。等一下哦，等一下，我那就送给你。这本身就是个好问题，对，这本身是好问题。你刚刚就是有点轻松，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拿不出来？哎，非常好，好。哦，对，因为珠子比较小，滚得比较快。它那个硬币比较大，你不要慢，好，非常好，好，我们给他鼓励鼓励，好不好？哎，他的答案比他再好一些些，不过他已经讲到重点了。好，那看到小朋友用的是什么词？大，比较轻，比较重，比较小。我们用的是什么科学概念？什么惯性？我们用的是惯性，对不对？好，用的是什么质量、重量？啊，他用的是比较轻、比较重，啊，这不一样吗？不太一样，但是观念是一样，观念是一样，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去解释的时候，尤其是家长哦，你不要说啊，你讲错，我来讲就好，这样是不对的，好，这样是不对的。而且有些老师会认为说理所当然，就用惯性，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惯性是很抽象的观念，好，所以等一下还会用到那一张扑克牌跟这个十元硬币哦，等一下还会用到扑克牌跟十元硬币，好，我要秀一下简单的惯性，好，惯性，那这个呢？我稍微解释一下科学概念，他两位都讲对的。好，啊，你刚刚讲了没？还没讲哈，你还没讲。好，你要不要补充一下？除了重量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惯性跟重量之外还有什么关联？不晓得。被讲走了。哦，被讲走了，算他对好不好？好，算他对，人家说撞一下不好，还是算对的。好，阿爸，你说来，还有什么关联？还有一个，哦，讲到摩擦力耶。哎，你是自由生吗？好，不是，等一下送一个观念，好好送一个教具，有的时候的话，那请问你哦，摩擦力那怎么解释啊？不能说只有摩擦力，为什么？虽然是爸爸的意见了，伤脑筋呢。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我往点呢，嘿，我点点呢。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跟摩擦力有关？对啊，这爸爸应该是教书的哈，对不对？不是，然后那时候很厉害，叫科学拳脑，还是给你好不好？给爸爸好了，给爸爸好，奖励爸爸。我稍微讲一下哈，这个用到两个观念，一个是惯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所谓的摩擦力啊，一个摩擦力。我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怎么解释呢？是这样的，你看到这个钢珠哈，它是比较小，对不对？比较小就重量比较轻啦，也就是它的惯性比较小，所以它是用它滚动永远比它快，所以10块钱硬币进去有去无回，出不来，回不去了。为什么回不去了呢？很简单嘛，因为这个钢珠哈，它比较小，所以很快就堵住它要出来的通路，好，也出来裂了。第二个观念怎么解释呢？因为它用摩擦来解释，这个钢珠是用滚动的，用滚的话，摩擦也比较小，对不对？好，对不对？滚动摩擦力比较小，所以人类发明轮子啊。啊，这个呢，硬币是用滑动的，它整个面积哈，它整个面啊，都垫在这个亚克力上面，所以它当然就滑不出来。这样了解吗？比如说滑不出来，滑得比较慢，啊，它只要慢一些些哦，就被钢珠给挡住了，啊，听好不好？啊，接着呢，你拿起来之后，这个需要一个钥匙圈，啊，把它套起来，啊，挂住就对，需要这样做。啊，那如果没有钥匙圈，其实还是可以的吧？10块钱硬币拿出来，啊，怎么拿呢？有4种方法，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抢答，我们看看谁最先想到的方法。啊，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时来运转，当然好啊，我们对面的人哈，那些对岸那些大陆同胞们哈，给他一个名称叫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知道的话，我会觉得快喷饭了。哎，但爽过我两爹啊，叫做解救奖功。哦，哎，我当时听到我要愣了一下，解救奖功，哎，解救奖功，马西可以接受啦。你可以接受啊，解救奖功。但蒋公不用解救，他早就已经不在了，好，他是慈母好吗？不用解救他了啦，哎，阿内阿呆子，他要解救蒋公啊！我第一次听到那港一样，呆愣住了、啊，就像那个魔戒哈，刚才就铁链铁环，那个大把那个大，那他们那个对岸同胞讲什么，你知道吗？叫做什么喜结良缘呐、啊，哦，恋与环呐，我就给他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魔戒，对不对？好。懂我意思吗？魔戒三部曲，魔戒嘛，我给我听到这种 Magic Ring， 对不对？哎呦，上面什么喜结良缘，上面恋女环，懂吗？手掉嘞，就感觉就没有那个 feel 哈、啊。这叫时来运转。
10块钱要运转，所以会用到圆周运动。标准解法是用圆周运动，但是有两种解法用到这个方法。那等一下会播影片给大家看。好，好，这就发去一人一个，好不好？啊，包含这个钥匙圈，啊，钥匙圈，把它扣起来。我们尽量以家庭为主的哈，啊，如果顺的就连小朋友都有哈，他们就给工作人员哈。好，啊，60万进去哦，记得把钢珠分成两边才丢进去哦。好，这两边要把10万丢进去，我们来起就想通。好，丢进去。好，给大家大概10分钟来想看看四种方法。为什么想到四种方法？啊，那是运气啊，再丢一次。这钢珠，天哪，钢珠掉出来，伤脑筋，这个智商超过2万啊！你要解救蒋公，不是解救钢珠。有的是把钢珠放进去，有些学生拿蹦跳麦，你知道吗？或者玩事而已啊。你看哦，有点丢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它运转，好，让它运转。如果不运转，不运转的方法，我等下告诉大家。好，好的魔术是在那思考，烂的魔术是直接告诉你答案，那是最烂的魔术哈。那魔术没有直接告诉你答案的啦。哎，除非是我们为了科学营去教大家。好，把它丢进去，啊，试着解看看，总让10万钱丢出来。好，丢出来是不是？刚丢出来，伤脑筋，真的吗？哦，不可以，不可以用工具，不能用工具，哎，不可以用工具。四种方法，这样吹哦，也会出来。你要吹到你的气都不会跑出来，因为越吹到你都口水而已。还是你要让钢珠生锈，然后再让它腐蚀掉，然后再让它十万元滴出来，那这个太难了，对不对？怎么让它出来？当时我一眼看到它就在教具，它绝对不是魔术道具，它是教具。我认为它是教具，在我的眼光里面看过，它就知道，它就长得像教具。哎，你说5块呀，5块太小了，5块哈，不用方法就可以丢出来，50块又太大了一点，50万应该可以的，50万应该还是可以。啊，这样把它弄出来，这样好，这样运气运气好啊。有些人会这样丢啊，还是出不来。不然看看，出不来，因为钢珠永远比10块钱硬币快排队，出来它就运气好。你再丢一次看看，它就运气好。你弄看看，记得哦，让它旋转哦，让它旋转，要怎么旋转？你再弄一次好不好？把那个钢珠移到两边，它是让它转转看哈。好，我给大家10分钟思考一下。这是目前我教到现在比较难的转魔术哈。我非常喜欢它，我认为它不止4种方法，我认为它还有别的。好，不要任何工具哦，不能用任何工具，不能用铁丝啊、强力磁铁啊、过狼杀、液态弹啊，拜托在搞什么呢？吼，弄得好很复杂一样。嘿，这个有人用液态弹呢，哇，什么东西？他把它硬给它硬化，啊，然后再给它十万丢出来，吼，天亮了，知道吗？哎，真的哦，在弄。哎，同学，这边只有2颗钢珠，当然出的，好，再试，哎，4颗了，好了，用看看。啊，没有。很难，因为钢珠转会比较快，你这样是失败的。运转啊，运转，同学，运转，运转，要怎么运转？旋转。我不能再提示了哈。好，来，还有6分钟进来哦。我们快结束了，这样办得成吗？快乐时光特别快，总是过得特别快。来，再5分钟，再5分钟，你不要用牙签好吗？被发现了，不用牙签啊！哎，你说，哎，不是，啊，为什么看呢？啊，转下来是运气好，再一次啊。那如果你连续都成功，那运气太好。甩那个运气好吗？不是，你要中回去看看，你要很难再一次成功。不是，你要做看看，很难的。那运气好了，
我跟你讲，到时候会百发百中。百发百中都不管什么机会都会收到，我不是说运气的。我们科学大丈夫不讲运气的，对不对？对。用刀的，我刚刚看到用剪刀的，三毛钱哈。好，等一下我要请我的好朋友来示范一下，好，我的好朋友叫做光头阿爸，好，请他来示范，在荧幕里面。成功了吗？不用敲的哦，再转再转。有讲究一种方法。再想到第二种方法吧，第三种。看看是运气好的，要注意哦，你掉出来说，看看四个钢珠还在不在哦。有些人都掉出来，老师啊，钢珠不见了，三黄金，那这不能玩。嘿，底下啊，你别要，底下那里钢珠，我记得他一颗要卖一块钱，底下啊，底下我们在卖。我等下告诉你四种方法啊，所有四种方法都想出来，就真的厉害了。他如果想出第一种方法，就要咬就厉害了。对，我只能想到四种。四种方法，大家想看看哦。嗯，没事没事没事，光顾你这样，好好看得出来表演。那个怎么把它关掉？那都把这个啊用 YouTube 来放。猫涵老师。没有，他直接上那个 YouTube 网站。他刚帮我找了。我帮我准备了一下，就把它缩到最小，很奇怪，好，那就没办法动。是这个吗？是这一个，我刚刚拿过了，缩小。这个第一个就是我刚好叫出来。好，我要公布答案哦。好，我要公布答案哦。这个人会告诉你两种方法，这个人叫做光头阿邦。好，我们请那个老师来开始哦，注意听哦，好。老师麻烦把声音放到最大，好，光头阿邦开始喽。我们把灯看要不要关一下。等一下播放个两次，好，播放个两次，好。好，等一下播放两次，刚刚注意听哦。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生活创意的小东西，灯，这个叫做呢时来运转。什么时代运转呢？可以随身携带的好朋友，我们做一些好玩的游戏。怎么游戏法呢？请问一下摄影师，身上有没有十块钱？啊，传说中的十块钱，请你帮我把它投入好吗？叮咚，游戏正式开始了。从游戏正式开始呢，老板，你的钱好像咬住了怎么办？打也打击一样，我要出不来怎么办？对，这个游戏就是呢，要你把钱拿出来。要怎么拿出来呢？你可以吹弹吸引扣，但是请你不要摔打捏敲撞，想办法把它拿出来。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呢，因为紧张兮兮的都拿不出来了，怎么可能？你可以告诉他，你相信你就是魔术师本人。一秒钟之内可以单手把它拿出来吗？你朋友说怎么可能？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不靠任何外力，对吗？不然这样，你想知道怎么拿出来吗？想的话，你要给我十块钱。不行，那就是给我了。啊，都快要拿出来了，现在啊，这样子，你跟朋友赌一杯饮料，这样今天大家放松，告诉他要怎么做到的，准备看好了哦。一秒钟之内。他又出来了吗？看得懂吗？时来运转，谢谢大家喽。哦，厉不厉害？再一次好不好？摸起来，再一次哈，再一次哦。那我们从大概可以从中间开始播。老板，这个人每次变魔术都要讲一大堆话，跟我一样。你可以告诉他，你相信我。看得懂话，看得懂话，看哦。一秒钟是。四颗钢珠要增加吗？看到没？四颗钢珠要在十块钱增加吗？才有办法成功哦。开始哦，离心力，好，开始旋转哦。不行，那这个钱给我了。啊，他是都快要拿出来了。那不好意思，长进的哦。这样，你跟你朋友互动的，这样今天大搞，看好，再等，先转。
转了一下。对，转了好几下，都转一下。它旋转的过程中，四颗钢珠往两侧移动，这是产生什么力？离什么力？离心力。你看哦，那四颗钢珠在正下方才有办法成功。你如果钢珠在一边，你吹到断气也不会成功，因为它就卡在那边。好，好，大家开始练习。哎，用吹的也可以，用手指去拨也可以。好，用手指拨也可以。哎哎，成功，哎成功，对，很简单吧？这是前面两招，第一招用手指拨，第二招用什么？用嘴巴吹。等一下，第三招、第四招会陆续告诉大家。这个、我就称它为科学的一题多解，好，一个题目多种解法。我最喜欢这种题目，好。这叫做什么力？离心力啊，会了没？离心嘛，对不对？离心。还是暴力比较好。哎，离心力。老师，要不要多一点的力量？对吗？多一点，大家。往旁边吹，产生转动的力矩，矩形的矩，力矩啊，好，产生力矩才会成功。往旁边吹啊，不要从正中间吹哦，有没有成功？哦，今天这一招拿回去就可以秀了，对不对？啊，可以秀了。往旁边吹哦，不要往正中央吹。瞬间那个力量要够，吹的瞬间要够，你不要慢慢吹，那用力一吹就会成功。没有拨到都飞出去了，小心钢珠不要掉了哈，外头很麻烦，就是好像机车那么慢。想必是了吧？四颗钢珠在正下方，我对准一下，看到哈，四颗钢珠在正下方。这个时候拨的话，往旁边拨，打旁边，你不要往中间呢。它吹的话也一样，往旁边吹，它瞬间一个冲量，一个冲量给它，一个力量给它，你不要慢慢吹，它就没有感觉。买不到，哎，高档的要这样买，哎，这在台湾魔神买，模型啊，台湾魔神，哎，台湾魔神，20块而已，还好，刚出来都买到了，他后来要大量制造，变得很便宜，大陆买不到，这要自己做也可以，用那个 CD 片的合集来做，比较麻烦。你可以上我的部落格，科学游戏部落格，我有介绍怎么做，好，很简单，但是很简单，过程要花点时间呐，好，要做技巧不容易，我是用大钢珠来塞填塞，好，用吸力盒来做也可以，好，吸力盒，好，你看到这样子有没有？拨的话往旁边拨，有没有看到？它已经分了两边了，有没有？再拨，分分两边就掉下来，就这很简单，轻松如意。啊，假如说我拨半天哦，钢珠掉下来，然后10块钱没出来，那就更厉害了。好好，第三招想不想学？第三招我们谁想出来？哦，第三招哦是谁想出来？你知道吗？我就很惊讶，居然是一个体育老师想出来的。他怎么做？你知道吗？果然是有体育的个性。我跟他讲半天哦，时来运转，用到离心力，用到圆周运动，因为他是老师嘛，他是体育老师，叫我班的体育老师。我想说哦，要给他难堪，告诉他给他点提示。哦，他讲半天哦，他就不用。体育人就有体育人的想法，他怎么做？你知道吗？老师没想到。你猜看，体育人怎么做？你猜一看看。体育人的思考很简单，这样旋转不可能出来，你拿想这样甩也不会出来。你猜看，哦，他，我觉得体育人就体育人的想法，他就这样三虚之后，然后叫我这样拿出来，很简单，我把它捏着就好了。为什么？钢珠就被夹住两边，我们用物理概念来讲，就增加它的正向力，对不对？增加正向力的话，最大的摩擦力变得很大啊，钢珠动不了，对不对？所以它这样压着，我就把它揪出来，多干脆啊！拜托，
哇，有时候我们都用到那科学概念，你知道吗？快想的快过头了，就体育人的想法就这么直接了当，好、哦，有够直接，有够直接，不小心就想到不小心就多一招，当然我们输了。哦、真的输了，但是他不会解释那是正向，他会最大进步，他可以解释，可是他的想法很直接了当。哦，我没想到多学一招，还有第四招，想看他第三招，就是这样正向作用力，就把捏着就对了，我反正等你，然后给他打出来，然后、哦、多直接啊，好不拖泥带水，好不像我们还要旋转。还要钢筋压在最下方，还要圆周运动一系列。哎，当然你用各种方法都可以。我喜欢这种题目，它是一题多解，一个问题四种答案，或者八种答案、十种答案最好。好，那假如说你可以想到第五种，那更妙了。好，第四种啊，第四种，有没有谁想得到？因为我刚刚看了半天没有这样做，没有把它捏着把它丢出来，没有看得到。因为那体育的头都是这样子哦。而且我讲个笑话，那个老师跟我讲了之后，他说他拿回去啊，拿回去之后被弄坏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体育组长哈，另外一个他们我们阳光的体育组长他练什么？他练跆拳的啦，就他捏太大力，捏了爆掉了。说坏掉又跟我再要一个，他捏太大力了啦，等一下都要从他装笔的样子。张老师，这个滚过来啊！他一捏我就爆掉了，我说把你拖，果然是体育脸哦。张老师，我看他已经用旋转的好，比较安全哈。好，第四种方法哈，就稍微用到点工具。魔术师会这样做哦，他哦，在你的大拇指两边贴上什么呢？那个强力磁铁，那强力磁铁很薄很薄，强力磁铁很薄很薄。接着用那个 OK 棒或者用那个很像肉色的那种魔术道具把它贴一下，就看不出来。接着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就在钢珠的两边放上强力磁铁，两个就被怎样吸住了，然后他就要把它丢出来。方法完全一样。那如果是他这样的话，用到工具，对啊，他用到工具啊。可是哦，他让你看不出来，他就把它贴住，而且他走在后面看不清楚。啊，接着哦，两颗强力磁铁把它吸住，对不对？就把它丢出来，也是一个方法。这样了解吗？好，也是很简单。好，啊，那你用那个强力磁铁就比较麻烦。好，这是第四种方法。你说你回家可以去想看看，还有其他方法吗？对不对？啊，当然要不着痕迹的魔术方法，最好是不要用铁丝钩啦，用牙签捅啦，那都不好，对不对？啊，都不好。好，很简单。好，再练习一下，再给大家一分钟，我要进行下一个。好，大家说看哈。你哦，要转的很顺才会出来，要不然会一直卡住。好，可以哈。回家之后一定要秀这一招。好，不要多练习哦，不要在那个邻居面前要秀的时候，如果一动华氏的钢筋掉下来，当场去掉了，那就很瞎。好了哈。好，接着我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哈。我就发给大家一个刮刮乐，啊，这个哦很简单。等一下你有这一片之后，啊，有这一片之后，你哦还可以轻易的旋转。那老师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哈，时间上的关系，那个朱老师那边，朱教授那边有那个所谓的那个转盘嘛哈，那种你要换成转盘那种嘛哈，有种图案的哈，你可以把它贴在上面，让它旋转，让它旋转就会看到视觉上的现象。啊，我喜欢东西哦，一物多用，一物多用就是说。它是一个科学教具，可是它又可以往别的领域，例如说光学的啦，啊，像这个是跟共振有关，你这样刮它就会旋转，用你的手指头指甲一刮，它就会旋转，就这么简单的哦。那你回家哦，不要说只玩这个现成的产品，这样拔下来，看到没？就这么简单，拔下来，然后接着呢，你可以怎么做呢？我教你，很简单，你用乒乓球，大家看过乒乓球吧，对不对？乒乓球把它剪一下，啊，剪成一个花的形状，剪成上半、四半、五半都可以哦，剪成再丑都可以转，啊，接着中间戳一个洞。
赶快解释加热，搓个蛋，把它塞进去，这样就成功了。他做这个大概要五六分钟，而且又以加热又麻烦，你今天这么多小朋友，对不对？好，又以这么好的场地，我们不好意思用到铁丝啊加热过程，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回家可以试试看，很简单。好，乒乓球也可以，好，乒乓球要剪成花的形状，啊，接着来中间戳个洞，好，把它塞进去，你这样刮，它一样会旋转。好，再讲一遍哈，我给大家的是一个现成的道具，好，像这样子套进去，但是它可以变化的东西可以很多，你看我这样刮，用手肘去刮就可以了，对吧？对对。好，因为你在刮的过程哦，它就会产生能量，对不对？那这个能量就要传递过去了。啊，它只要有一点点偏，有点偏，它就开始顺着那个惯性的方向开始旋转。它每次你就给它一个能量，给它能量，它就这样，哎，就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大家了解吗？好，那等一下呢，你用刚那个牙签可以刮它也可以，啊，用剪刀也可以。好，不要用力的那一面，另外一边是刮。啊，那刚刚朱教授有发现啊，他光刮跟，这样45度这样刮，跟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刮，它旋转的方向是不一样。好，那上面这个叫做练力棒。对，我请啊，我们网页上有那个，请幸运切到电。好，请他切到电的哈。他这个朱教授这边有一个练力棒，第一次我看表演，但是朱教授他们这个团队看到的。啊，后来这个是魔术道具店买的，好，我来讲，就直接送给大家哈，这最新的哦。好，那里面的原理大概跟共振，好，共振有关。用吸管。吸管也可以做。这个是吸管。哇，你要不要试？啊，好专业哦，马上讲，马上有，好专业哦，太好了。没关系，老师，我直接踢就好了，直接吸上去呀。好。对呀，就直接吸上去呀。哎呀，阿大就可以出来。好，明白这样。好，我们给个特写好不好？好。哎，对，啊，对，先等一下，你等一下，好，先等一下，先放在，哎，可以哈。啊，这个就旋转，看它又做到一点视觉暂停的效果，你看，所以那个红色那个点看起来就怎样，是一个连续的，变成一个连续的，就是视觉暂停，就叫视觉暂停。那我再补充一下啊，注意听哦。那个哈，我们都这样管，对不对？好，这也可以给那个我们中央大学科学教育中心的团队思考一下。我们用那个转盘哈，用那个转盘，对不对？用那个转盘。然后这个转盘哦，它是用透明片做的，透明片，那这样一条一条，对不对？哈，那如果像它这边在转，这边也在转哦，你会发现那个叠纹效应也是很神奇的图案。它跟你这样看，用我们裸视这样看，以及透过那个转盘再来看，效果是不一样的。很神奇，所以我觉得很多科学教育呢可以互相交流，交流之外还可以多一点不一样的，引发不一样的思考啦。就像这个什么时代运转，我本来哈想说给体育老师哈，想说他们他们思考很单纯，好，他们思考单纯，他们就直接这样想，啊，我想要考验他一下，哪知道啊，他想出别的方法，我也是很让我非常惊讶。啊，接着我们看一下朱教授这个哈，给他一个特写，旁边把他吸住，好，特写一下，强力磁铁，看到没？这强力磁铁啊，就把它吸在旁边，我看到，特写一下，就掉出来了。对，因为强力磁铁把它吸住了，这样懂吼？进出自如这样子，你有看到没？我这样用，哎，把它吸住了，它就出来了。好，就让钢珠不要运动就对了。好，当然我用实在运动这种方式，如果要用工具的话，要记得哦，因为它是魔术道具，所以最好把它藏在那个手大拇指这边，你不要哈光明正大秀给人家看。那表示说没有强力磁铁就做不了事了，对不对？好，这个简不简单？好，可以哈，要成功的哈。好，接着我要秀一下哈，基本功。这个基本功哈，有没有带保特瓶来？没有，对不对？没关系，好，回家试。老师一定要装水吗？不一定，只要保特瓶就可以。但是要记得哦，这边缘哈要稍微光滑一点。好，注意看哦，我们借阵起义，这个基本功。例如我们隔空抓火啦、喷火的啦，我都学过。好，包括出牌，你看弹棒那个都要练呐、啊，都要练。像这是基本功。好，注意看哦。好，这样子哦。好，这个好没有胶布。好，这真的基本功。我们这样压一下，让它旋转一下。好，真空啊。好，看到没？这是基本功了，好，真空，再一次哦，哇，它不太可能真空，但是我们这样压一下，把空气挤出来就产生压力差，好，接着哦，看一二三，转一下，好，把它拉开看哦，拉，直接拉不起来，它是很好的观众，上次有学生就哦，你看很简单，不要偷对观众，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好，来帮看来，
你要假装很难拔哈。这样了解吗？哦，还饿一声，好像被重伤。哎，这要特别讲哦，看到没？哎，可以笑对不对？看到没？好，效果非常的好，有没有？好，这样了解吗？我回家可以练。哦，曾经试过哈，用什么最好？用苹果西打了，或者一般的那个汽水，它最好是那个铝罐装的。还好，现在炖，我觉得刚才又解炖了，对啊，这个解炖，这样懂吗？但是不能开口，这边要开口，开口就没办法产生真空，你要把气体压出来。如果再失败，还有个方法，好，你就用贴双面胶好了。伤好心的，贴双面胶面的贴一堆，那蛮恶心的。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上面给它这个炖上面给它加点水，增加它的气密效果会更好。嘿，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量哦，我稍微讲一下哈，这个基本观念，这个哈大拇指大概是一平方公分，你的大拇指大约一平方公分，这一平方公分哦，这个大概多少平方公分呢？我曾经算过哦，拍打平方，对不对？圆周嘛哈，它这个大概两公分，拍打平方就是3.14×2，所以在3.14×4，对不对？3.14×4大概12公斤，它可以支撑12公斤重的力量，原则上是这样。当然不可能完全真空啊，但它至少掉个10公斤重绝对没问题。所以这10公斤重哦，已经可以把你的书包啦、把你的椅子啊吊起来了。看懂我意思吗？好，再试啊，你压的时候用这个肉比较多的地方，好，肉比较多的地方。有一些老师就说，那因为你的手比较大啊，对不对？长得像农夫一样，当然你的手很大，当然可以吸起来啊。不是，我们家女儿哦，当然国小3年级就会这一招了。哎，好，这样看哦，这样压一下，这样转一下，这点没感。好，这样有没有肉比较多的地方？还有等一下，把空气挤出来。血管过来的时候，手要睁开，液气要坚固的裂了，你不能哈。让那个含住这样，好，不用趴掉，因为大下翼会帮你这个忙，会把它支撑住。好，这样了解吗？再一次哦。好，哎，邓姐可以帅了。好，再一次，好，你把空气给压出来，哈，空气压出来转一下，弄一下那个喝啊，那就有这个效果了。好，再一次哦，这样子，有没有？好，满满的水。好，然后你一样是用。哎，大下翼它有侧压性，它有侧压，对不对？啊，这样子往下，这样往上，对不对？了解哈。好，很简单。好，这就要基本功，就要练了，就要练一段时间。好 ，OK。那因为剩下最后的不到10分钟，我发一下名片好了。名片是这名片比较贵，你知道吗？名片哦，这个有玩过科学的知道，这名片哦，我就看这些而已啊。它这名片哦，这里面是光障，你拿起来观察一下。所以等一下关灯哦，还要关灯哈。我们就家长拿的。啊，家长拿，好，谢谢。因为这一片要60块，你知道伤脑筋。哎，如果不喜欢这个没关系哈，这一片不要丢掉好吗？好，我曾经还看过我的教具在网络上拍卖的。我说前面讲哦，你也分得钱，啊，分过就管，知道？教具是我从我这边出去的。你傻一点，知不知道？好，那现在就每个人就拿一片那个名片，哈，那名片上面那一片透明的光障，好，把灯关掉。我们准备来见证奇迹了，好。那如果你看过这个实验也没关系，好，这个真的蛮好玩的。我们可以把灯都关掉。好，请大家看前面，用那个拿起来看，用那个拿起来看。哇！从洞洞来看，哇！这个当做压轴。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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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有二十多。哇！你很配合，你挖大声的，哦，表示这种氛围啊。每个人跟我说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叫光栅，这一片叫这样薄薄的一片叫光栅。而且老师来讲说，它是纳米级的，它是微米级的，百万分之一公尺。所以看前面的灯啊，前面的灯一个一个都是什么点光源，大家了解吗？每个都是点光源，一点的光，点光源。所以从这边看啊，那等一下呢，一人一个，好，它是一个投影灯。那我会这样教学哦，注意听哈，我会这样教哈，往上推对面，你看哦，看到吗？看到哈。当我的手对不对靠近它的时候，你看到物体对不对？物体靠近光源，影子变大变小，变大，往后移动，哎，变小对不对？影子变小，好变，但是变得比较清晰，有看到？这可以教成像的观念，不是成像，应该说影子的概念。好，这个国中都会考嘞，再讲一遍哈，这是光源对不对？
好，后面是投影的嘛，对不对？这叫顶光源，一点的光，就像你在路灯底下，你越靠近路灯，哎，你的影子越小，这样懂吗？就像日正当中，你的影子只有一点点，对不对？当太阳西下的时候，影子就比较长，影子比较大，对不对？你看哦，越靠近光源，影子变大，很清楚嘛，对不对？哦，这里学生一次就学会了。那如果你要再进阶一点，好，那假设哈，那物体有5公分，那影子哈，这个光源距离物体有多少，然后距离它有多少，最后成像多大或成影有多大，这都是考试会必考，用相似性的观念来解哈。那原则上是这样子，我们往后面移动，对，影子变小，但是比较清晰，那靠近的话，影子就比较大，好，就发出去，一人一个，啊，变成一个。松手，哦，好好，可以射啊，好，那哎呀，我现在射秀一下也可以。那等一下你回家的时候，你如果家里有那个雷射笔啊，就可以把它投影出来，啊，投影出来，哇，爱心啊，一箭双星。这都可以，对吧？王子有带这个，哎，对对对，带，那剩下爱心的，剩下爱心的，哎，这样可以哈。好，那现在我们就发去，投影灯一人一个，哎，双灯在这边，我刚忘了发，好，来，大家发一下吧，一人一个哦。今天最后的重头戏了，好，欢迎小队长，不用开灯，好，不用开灯，好，可以调一下不同颜色。一人一个哦，好。你这个跟小朋友分享那个影子的概念。好，那同一下，很漂亮，对不对？你往上拉，影子怎样？哎，影子越小，怎么样？光源啊，光源越远，影子越小啊。好，那用光照来看，好，用那个光照来看，但是光照没办法把那个影片投射出来哦，你要镭射笔才可以。哎，这样没办法，哎，你要用光照观察那个光。用这个光照，用这个光照观察光。哦，你看到没？很漂亮哦，你观察别人的光。你要看，哦，看别人的光，你看一箭双星。一定要旋转，好，旋转。对，你会旋转，那真的转。有没有？往上照，一定要往上照，好。这个光还蛮强，这个消消手电筒很好用。它很有反应。万家灯火有没有？大家一起看有没有？大家一起看有没有？可以看到万家灯火，然后每个都是爱心，因为有送到身上，所以就剩下爱心了。之前还有台湾的海豚的，它里面有个那个章，有个币。好，然后你跟它靠近，然后你看那个光源会产生影子，有没有？很清楚哈，很漂亮，对不对？之前哦，还是愤怒鸟系列，还有那个海绵宝宝系列，它都送光了，就剩下这一个系列啊。它每一批都不太一样。可以多拍几张。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不卖教具的，我不卖教具的。你如果要问说那个，就到后台有，不然用 email 嘛 ，email 给我就分享，就直接讲，就直接买。哦，很忙，对，真的很忙。明天还有数学的，那大后天还有房子的，快抽筋了哈。你看，然后你把它投影，好，很清楚，对不对？很亮，对不对？快变扁，它往上拉，越模糊，可是那个面积就比较大。你可以教小朋友那种影子的概念或者成像的概念。好，如果你把手电筒关掉，你把手电筒关掉，看里面的影像哦，居然是怎样？是一个放大的像，对不对？你把它关掉，把那个灯关掉哦。你不要直接看哦，直接看哦，还要开灯哦，这样会清理，你知道吗？清理叫做催眠。所以哦，要记得你要把灯关掉再来看哦，看里面，你看一下里面的影像是倒立的，而且是放大的，对不对？
你看里面贴着眼睛看，这样看。等一下贴着眼睛看，有哈、哦。里面有影像啊，一个小小投影片啊。对，它是变成一个放大的像。哎。他让我在教具跟两倍教具间哦。很神奇，这种小小的东西很好玩。啊，它是三颗纽扣电池串联，简单哈、哦。对，这有成像比较好，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成像的信息啊。刚好四点，刚好四点，对，要做一个 ending 哎。啊，他看到所以没拿到，他刚刚有答对还没拿到礼物的举手一下。刚刚答对还没拿到礼物的举手一下，好，我送你不一样的光栅，好不好？这个，来这一片给你，他这一片给你。刚刚有答对没给礼物的，哎，好，开灯，我叫做要做给你，这一片给他，那一片给他，好，来，刚刚有答对没给礼物的哦，这是另外一种光栅，你有答对的，好，给你。好，老师做一个 ending 好不好？做个 ending。这个哈、哦，我们通常在玩这些科学游戏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想法。不管是魔术，不管是游戏，它本身后面一定有这些科学概念或科学原理。还有，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通常你看哦，像这个时代运转，我们几乎十个有十一个跟你讲，你就是用圆周运动力，用离心力。当我看到体育老师的做法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为什么？因为他用的方法虽然是最简单、最直截了当。当我们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还是回去想它的科学概念，就是正向跟摩擦力，最大是摩擦。当然，你会觉得说那这又没什么，但是哦，我们常常这样训练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对某些教训就会怎么样，有一种敏感度，好，敏感度。那最后呢，我要表演一个小魔术，我要做一个 ending 呢。那这个呢，我要送给我们的科学教育中心啊，当做小礼物，这个很棒。它是先跟什么有关系？叫做长短排的概念。好，来注意看哦。哦，我先不告诉你答案好不好？我的部落格有公布答案。好，今天秀的那些魔术，部落格有公布答案哦。好，注意看哦。我们现在看的话呢，是一个透明的，好，不是透明，就是没有任何图案的，是白色，看到没？我不要麦克风好了。好，来，没关系，没关系，没有这样看到。好，这样看到没？是没有任何的空白的，没有任何东西，对不对？好，接着呢？我请大家来发挥想象力，发挥想象力哦。好，这又是一个魔术的场合，就像这样一样，对不对？魔术场合，啊，这家伙呢变出花来，对不对？啊，这个模特在上面，不是模特，应该说助理在上面。那请问你哦，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有图案的呢？不是，魔术师的方法就是简单明了，好。好，我给它撒一些神仙粉，好，神仙粉拿起来，好，神仙粉。好，那接着哦，我们再看一遍哦，变成什么？哎，那为什么现在就看得到呢？哎，为什么会这样？问得好。哎，我已经开始有点好奇心了。啊，这个布鲁克老师都有公布答案。其实哈、哦，它是一切是一个幻觉，知道没有？它是一个幻觉。好，我们刚刚看的话，哎，又变成什么色？黑白。好，再一次哦，又变成黑白。但实际上，它到底是黑白还是彩色，还是到底有没有呢？哎，都有哈、哦，是吗？看一下，它又消失了，又消失了。OK， 好、哦，所以哈、哦，它其实是一个长短牌。当我翻长的那一面，你就看到那一面的特色；它再翻中间，又有另外特色，另外。所以你看啊、哦，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小魔术。哈、哦，像这样一本哈、哦，随便一本就两三百块，但是我是觉得像这种东西可以起到一些想法。啊，我曾经自己制作过一本哦，如果难做的不好做，哎，不好做，哎，刚才要买现成的哈、哦，这样比较快，你们当然可以秀，这样可以表演，好，看到没？透明，对不对？啊，这一番的话，哎，又不一样，好、哦，是很神奇，好，那我今天演讲到这边结束，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这个。谢老师哦，谢老师来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带回去的东西都好多。我每次都埋怨他说：“哦，你每次来都给我破坏行情，让我们的朋友胃口会越养越大。”好，来，我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有奖征答要问大家。送这个好不好？对，送这个，送这个，送这个，这个我请谢老师示范一下怎么玩。好，选手。哦，很帅，对不对？好，泡泡棒哦，这很漂亮，泡泡棒。哦，这个泡泡永远不会破啊，很厉害哦。哎，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想要吗？其实长这样子。好，这样子，要公布一下有奖征答的题目喽。好，今天啊，玩得开不开心？开心。这太简单了。不是题目啊，我们玩的，这个是正式题目。我们今天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什么单位补助的？那个小朋友，手受伤的小朋友。手受伤的，没关系。是啊，你是手受伤。中央大学，非常接近，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来来，手先放下来，手先放。那个谢老师帮我看，谢老师，因为我要看了，好不好看哈？来，我们那个我数倒数三二一，好不好？好，倒数三二一，看谁？三二。好，不行哦，再来一次哦，三二一。好像她比较快哎。谁？这位女生。好，请说。这位妈妈。国科会啊，标准答案来。哇，恭喜恭喜！哎，千万不要忘记国科会啊！千万不要忘记国科会啊！没有国科会，我们就没有补助经费。但是呢，国科会经费也有一点拮据，所以呢，我们多出来不够经费，其实是中央大学补助的。所以我们感谢两个单位，第一个是我们的国科会科教处，第二个是中央大学，我们要谢谢他们愿意补助我们，我们现在才有这么快乐的一个周末午后。好，那最后就是各位现在手上有拿到我们的问卷吗？那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哦，你们要抽签很难抽啊，真的很难抽。可是老朋友就知道，我们在每一场活动里头都会抽出填答问卷最有诚意的一个家庭。何谓有诚意啊？不是都是写好话，是写你真正的感受、你的收获、你的心得。就算你的心得是要骂朱老师，你还是会入选哦。我们曾经有一组入选，就是他说，哦，朱老师你来帮助我们协助我们的时候不会变这么粗鲁。果真哦，因为那时候朱老师不小心帮他弄的时候把他东西弄坏了，把那组入选了。所以想告诉你们，就是不是只要写好话，要真正写出你的心得感想收获，好不好？那各位一边在写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要借大家的手来继任。你好像应该就定位了，麻烦你借大家的手做什么？我们手上有一张那个中央大学发出来的感谢状，要谢谢我们今天很辛苦很辛苦的讲师谢虎云老师，好不好？谢谢。来，谢谢。谢谢朱老师。